好，乐施毅行者开步啦！早晨阿波，好好好好，咁我哋而家咧就仲有大概一分钟，咁啊乐施毅行者开步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不潭中啊，头先大家都睇到啦，我哋就嚟到不潭中，咁啊现场咩好多乐施毅行者咧，头先就即系冲咗过去开步礼，咁今日咧其实就有几个开步时间嘅，咁啊九点钟啦，然之后咧就十二点零又会有一大批人，咁啊而家我哋就一路会同班毅行者打打气。好啦，咁啊，落嚟影先影一影我哋出面咧，呢度就係工作人員泊車處嗰度嚟噶。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就有好多警車啦。另外我見到阿波啊，其實醫院都有啲車泊咗喺呢度喎。係啊，好多人受傷噶嘛，呢度都係啊。所以就有傷車啦，有救護隊啦，有頭先甚至乎見到啲熱啲嘅運即係健兒咧，準備喺度熱身啦，喺度跑嚟跑去。係，咁我哋今日咧就。同樂星毅行者一起打打氣，之前如果你想睇翻咧每一個 checkpoint 我哋數咗十個 checkpoint 嘅，咁一路倒數，咁呢十個 checkpoint 咧，每一個 checkpoint 都有唔同嘅故事，我哋揾咗五個樂星毅行者就講下佢哋嘅故仔嘅，咁而家咧就陸續續咧，我見到有啲人都嚟到噶啦，咁啱啱嚟到呢班應該唔係毅行者嚟噶係嘛？佢可能支援隊嚟嘅，都可能係毅行者嚟嘅，可能係支援隊嚟嘅，因為佢啲支援隊都會帶定啲物資啊。去支援翻嗰啲跑手啦，因為其實支援隊最重要，因為佢哋孤身上路嘅時候就要靠啲親友啊朋友去打氣咁樣。係，咁啊好啦，我哋先講下咧，今年咧其實樂施毅行者咧已經啊搞到由1981年啦，一路去到今屆咧已經32周年噶啦。係啊係啊。好，咁阿波你不如講講少少樂施毅行者嘅歷史先。咁啊，其實樂施毅行者咧叫做樂施毅行者就喺86年開始嘅，咁81年就開始搞噶啦，毅行者。咁啊，哇，其實計計埋埋咧，佢先後已經有73,000多名嘅參賽者咧，為呢個項目咧籌到3,650,000港元噶啦。咁所以都每一年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盛大嘅一個籌款。特別你見到好多嗰啲政治人物都會走出嚟跑啊，見陳志思又會出嚟宣傳啊。即係呢個籌款活動就唔似一般你話普通坊間嘅活動，係正宗之成考毅力又可以籌錢嘅。好啦，唔好講咁多啦，我哋即刻同大家倒數啦，因為嗰邊咧就開始倒數緊㗎啦。咁啊，預備，5、4、3、2、1，好啦，佢哋應該起咗跑啦，啱啱見到佢哋去咗嗰邊啦。咁啊，我哋一陣間再講下成個起跑嘅過程啊。咁啊，另外如果一陣間再有其他毅行者係第二次即係第二個起跑線嘅開幕禮嘅話咧，我哋再捉佢上嚟。咁啊，其實我哋就今次好多謝阿莊晨友啦，咁啊同我哋聯絡咗毅行者。咁一陣間啊，莊晨友嚟到嘅時候咧，我哋都再請佢上車，做下訪問啊。好啦，咁啊先講下咧，就頭先講咗呢個係全香港最大型嘅籌款活動啦。係最少要籌幾多錢啊，阿波？哇！最少講緊起碼都講緊千萬6,800蚊，係咯，6,000啊！每隊參加隊伍咧，最少我以為你話總投資，唔係一個人啊，一個人係6,800蚊，每隊6,800蚊咁啊。其實講緊係一隊伍嚟講咧，就28,000蚊一個隊伍啦，咁就可以被列為呢個特別隊伍啦，可以優先啊參加呢個出年嘅毅行者。係啦，因為如果你因為好多人參加㗎，你唔係話想參加就參加㗎，你都要即係符合個資格先嘅。好啦，咁我成日覺得參加毅行者咧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嘅，就令我諗起我僆仔嗰陣，唔知係咪你僆仔嗰陣，就有一套卡通片，叫做《忍者小靈精》嘅。就是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哦，真係走係啦。咁今次呢個毅行者咧，參賽隊伍要過幾多座高山呢？大家估下啦，成20多座高山。咁最高嗰座大家都知㗎啦。大帽山啦，就係大帽山。大帽山就957米高嘅，係啊係啊。咁仲埋要48小時之內要行100公里嘅物理耗徑喎，都講緊唔係話小嘢喎。即係如果你平時冇操開，話要行嘅話，一定唔得啦，一定唔得㗎。喂，咁啊老老實實阿波，其實。呢、這個活動咧就好耐歷史啊！最初係啲鋸架兵咧，就愛嚟鍛鍊自己噶嘛。咁照計啲鋸架兵都好勁啊！咁啊，亦都好多人知道其實咧，解放軍隊伍咧都勁啊，係毅行者亦都係好堅嘅。咁但係暫時嚟講，最快紀錄係邊一年創立嘅咧？我就係上一年嘅。哦，啱啱嗰年啊！啱啱2012年啊，佢哋用咗11小時52分鐘到達咗終點啦。咁就咁犀利？係啊，幾多幾耐話？先啦，
其實咁樣嘅三隊咧都係好出色啦。第一隊十一分十一小時啊，十二分就奪咗冠啦，就破曬紀錄。第二名啊，十一個鐘頭十二分鐘，係啦。咁第二名十一個鐘頭十六分鐘，哎呀，爭少少嘅啫。係舊年啊。第三都係爭少少，十一小時五十二分鐘到達終點。其實咧，咁你唔表揚下第一隊冠軍叫咩名？第二、第三隊係咩？係啊，呢個犀利啦！呢個就係呢個咧，所羅門。呢、这個法國啊 ，Solomon France 係啦，咁咧就佢哋做一隊冠軍級人馬，係歐洲冠軍級嘅跑手嚟做嘅。亞軍隊伍都係 Solomon Bonacqua Racing 喎，係啦，咁啊季軍隊伍就 North Face 啦。咁呢啲冠亞季軍通常有曬 sponsor 㗎啦，係啊，所以啲名字你見到全部都唔係，全部係品牌名，係品牌名嚟嘅，係啊係啊。咁啊，見到其實都係因為首次咧，頭三名咧個隊伍咧係十二小時裏面完成嘅，因為佢三隊都好出色，因為可能揾到啲贊助商，揾到啲歐洲跑手嚟做，咁所以係第一次三隊都十二小時內完成，咁所以都係一個創舉嚟嘅。咁邊一年最多人參加咧？最多隊伍參加咧？哇！最多人參加，你要睇翻咧，即係。2010年，冇錯，係就係前年啊！哇，其實都係講緊參加公共人數1150隊，勁㗎，大概4600人參加喎。係啊，咁啊唔係少嘢㗎。喂，我哋見到有啲，我唔知係打氣啊，工作人員啦，定係參賽者啦，不如揾我哋監製同事走去邀請佢上嚟。Hello， 上嚟傾兩句好唔好啊？好啊！我哋咧就有好多人，佢哋咧就啱啱打完氣啊！另外仲有一隊喎 ，Hi，Hello， 上嚟傾兩句啊 ！Hi， 喂，樂心上嚟，哇！見到熟人喎，真係，喂，你好，好啊，坡坐埋嚟，請坐，好，請坐，樂心你好啊，你好，早晨。你好，冇諗過咁晨早流流見到我係嘛？好早嚟咯，係咪啊？喂，你攞住支麥先聽到你㗎。好，同即係熒光幕面前嘅朋友講下早晨先。早晨。你斷估你咁嘅造型，擺明就唔係跑。你斷估你唔係毅行者啦。冇錯。咁你今朝係嚟打氣嘅。你係邊朋友啊、親戚啊，定係？我老公加親戚。哦，係啊。係。佢哋一對。一 team 嘅。係啊，第幾年跑啊？我老公就第二年，我親戚就好多年噶啦。哦，系咩？系系。哦，咁佢哋幾點鐘嚟到啊？今朝七點六點幾七點到咯。係啊。係。哦。因為佢哋九點。咁你又肯咁早起身嘅？好難得啊！真係。支援啊嘛。係。咁你今朝嚟陪佢起跑啦。係。咁有啲咩？你除咗帶電話同埋。哦，有架車嘅嗰邊，即主要 support 嗰個唔係我精神上嘅啫。哦，即係你跟車啦。係我跟車嚟嘅啫。喂，咁你講下你老公練咗幾耐啊？幾個月咯。嗱嗱，陸陸續續又有人嚟啦，我哋即好多朋友嚟到喎，練咗幾個月。幾個月啦，幾個月。咁你有冇陪佢練？當然冇啦。或者支援，或者支援下佢咁樣。就係精神上。精神上。支援先。冇可能我同佢練就拖累佢噶啦。係嘛？喂。透露一下，你話你 husband 啲朋友咧玩咗好多年噶嘛？佢哋大概係咩時間左右嘅隊伍嚟㗎？廿幾、三十幾、四十幾咧？舊年係十八。哇！咁好堅喎嚇！即係廿個鐘頭之內都係好快嘅隊伍嚟㗎咯喎。咁佢哋今年有冇話咩希望目標打破定係點咧？十七啦，我諗佢哋。希望再快多個鐘。喂，咁你今朝嚟到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其實你係咪舊年有嚟，定係舊年冇嚟啊？我舊年就係最嬲尾嗰段啫。我淨係去咗最尾嗰段。今朝嘅情況點啊？今朝其實已經我嚟到已經好熱鬧噶啦。咁跟住越其實每前五分鐘就越嚟越熱鬧啦，當然就咁就 high 曬啊！大家好似一個 family 咁，大家都識咁樣噶。哦，係咩？其實我唔知點解。毅行者 family 係啊，毅行者 family。同埋我覺得今日有樣嘢好好嘅，喂，咁多位毅行者，大家好。Hello，Hi， 但有樣嘢好緊要嘅咧，就係因為早四五日咧，日日都係天咁落雨啊，今日忽然間出曬太陽咁咧，喂真係～
好幫到啲毅行者嘅喎，但係其實你哋中意陰天啲多啲㗎，其實。哦，唔係，佢哋中意呢個天，佢哋今日一直都 keep 咗喺度，今日冇藉口啦，一定要玩得好啦。啊，係喎，真係一定要好成績喎，同埋最老土嗰四個字啊，秋高氣爽啊。係啊，今日真係正宗秋高氣爽。因為陰天起步，始終個心情又可能會憂慮，一陣間會發生啲咩事咧，即係可能落雨啊，會唔會體力上透支得比較犀利啲？咁所以如果你話咁晴天起跑嘅話，起碼。起個下有氣勢先，咁啊撐落去，因為其實嗰講緊毅力啊、鬥志嗰樣嘢嚟嘅，依個毅行者成件事。好明顯，參賽者應該係情緒激昂啲嘅。係啊，支持者咧係肯定仲未瞓醒。好明顯就係啱啱。係，咁你今年仲會去邊幾個點度做支援？今日 whole day。whole day 做支援？係啊係啊係啊。咁你自己唔帶嘢食，咁點做支援？喺架車度嘛。我都喺架車度，咁你跟住就會去。第三個 checkpoint 啦，係嘛？應該唔係，因為好似中間有一兩個 checkpoint， 我哋車到唔到，咁就有架單車，咁就車啲嘢上去。因為我知道最多人咧就傍晚時分，係啊，就會去到嗰個第三、第四個 checkpoint 交界嗰度要過馬路嘅。咁你係咪會喺嗰度等？我一啲印象都冇。哦，係咩？咁但係你一路陪啊，不過十八個鐘頭，即係都係一日之內嘅事啫，係咯。即係如果而家09。十八個鐘，咁即係聽朝五點咯，你諗住支援到？係啊，哇，咁你都好堅喎！喺架車度瞓覺。真係㗎！哇，好犀利啊！喂，咁你帶咗啲乜嘢去支援佢哋咧？又水車係啊，喺架車裏邊。係，講嚟聽下，講嚟聽下。你個清單有啲咩嘢？薯仔啦，有兩大煲粥啦，跟住薯仔點整啊？你已經烚熟咗㗎啦。哦，係啦，咁十度好腍，因為佢哋上到唔知 checkpoint 3度，跟住已經個胃冇咁大力消化，跟住泡吧啊，同飲品啊、糖啊乜都有，噴霧啊 ，OK， 有冇按摩膏啊嗰啲啊？佢用噴霧，噴霧即係就幫佢鎮住啦，唔有冇學下？冇啊，佢哋已經。黐曬嘢㗎，即係要黐嗰啲人。因為之前我哋都訪問過啲藝人者跑手咧，就話去到啲地方啊，有人幫我按下只腳就真係好舒服啦。因為跑到咁上下，有水泡啊，有剩，如果有人幫佢攣下咧，就真係爽好多嘅，即係跑起上嚟又舒服啲咯。喂，多謝阿樂心先。喂，你可唔可以幫下手咧？幫我哋嗌下啲唔同嘅藝行者上下嚟啊？喂，好嘛？喂，我哋個司機哥哥幫人影緊相喎。係啊，成為咗大會攝。半攝影師，喂，上嚟傾兩句啊！揾兩位上嚟傾兩句啊！嚟嚟嚟嚟嚟嚟，有人嚟緊，有人嚟緊，勁啊勁啊！我想問你答嘅問題咧，係要答得官腔啲啊，定係自由啲啊，定係想點樣？你中意點答就點答啦，上嚟啦！我係揾啲識得答官腔嘅。哇！今日咧啲氣氛好，啱啱完咗第一輪開幕啫嘛，第二隊、第三隊已經嚟緊啦嚇。好啊，即刻上嚟傾。Desmond， 喂，上多一兩個上嚟都得嘅喎。係啊，攞支麥先，Desmond 你好。係你好，你好。係請坐 ，Desmond。坐。好 ，Desmond， 你係金城康體會㗎係嘛？係，冇錯。係。咁我想問一下咧，頭先咧，你哋有啲係話喂，藍色衫嗰啲過嚟。有啲就話紅色衫嗰啲行開，咁其實係點樣啦嚇？其實我哋藍色衫嘅咧就係今年有報名嘅，咁啊紅色衫係我哋其他啲同事嚟，即係冇報名嘅支援，係啊，佢係支援陪我哋行嘅啫。咁但係有啲人我見到好似紅色衫下邊著住藍色衫嗰啲咁點咧？紅色衫下低，咦？應該邊個啊？應該冇。係，咁即係你今年就跑嘅，今年你係咪隊長啊？我唔係。哦，唔係。咁邊個係隊長啊？隊長係阿 Tom。Desmond 的隊長上埋嚟，阿 Tom 隊長 ，Tom 就多謝。通常啲隊長都係內斂啲嗰啲，係啊，咁先做咗隊長啊嘛。酷啲嘅啲隊長，係激動，冷靜啲嘅，係啊，冷靜啲。好，喂，咁啊，阿 Tom 隊長，你唔好擺低啲武器先，啊，攞翻你嗰啲毅行幾寶啊，呢啲叫做三寶啊、四寶啊，上嚟俾大家睇下先。好，呢支啊，呢支。哇！呢支係竹嚟㗎，係嘛？呢支梗係好嘢啦！好嘢，係叫行100公里都係靠佢㗎啦。哦，你行100公里就靠佢，叫呢支叫做咩啊？呢支叫行山杖咯，行山杖就係。但係咁短點行啊？係咯，運專人同你介紹。好，嚟，可以伸長㗎嘛？揸住啦，係如意棒。要呢支嘢。好，咁啊，阿 Desmond 就幫阿 Tom 拉翻長。條拐杖啦，就係咁樣啦，咁就夠長噶啦，其實
夠㗎啦。呢支係全長幾多度啊？米零咯。米零，哦，你好，係咁樣篤住。係啦。其實我想問係行嘅時候篤住啊，定好似我咁而家坐喺度嘅時候可以挨下㗎啦？是怎樣的呢？其實你喜歡怎樣都可以，真是因人而異的，是吧？還是你看到隊友不走那些 你基本上是督他一下這樣走快一點，不要阻礙上山快一點，這個也是一個好作用來的，我覺得。喂喂，那我想問這支獎呢特別之處在哪裡呢？其實特別之處是真的夠輕啊，還是輕啊，可以伸縮啦，是，還有可以借力啦。哦 OK， 那你為什麼不用拐杖嘅咧？哦，因為頭嗰兩件暫時未需要出呢個八寶，即係你背囊裏面有嘅。係啦，咁我哋仲有啲支援嘅。喂，咁啊，呢個多謝你，你攞埋個腰囊係咪？呢啲叫做腰 bag 係咯。哇，裏邊古時腰纏啊，萬貫。今時今日咧就有呢、這、一個呢、這個係阿 Tom 隊長嘅腰包嚟㗎，係嘛？係，冇錯。係。喂，咁你講解下你擺咗呢啲咩嘢喺裏邊啦？基本水我明啦。呢、這個就是能量飲品，冇錯，係啊，呢、這個都係嚟補充體力嘅啫。啊，呢、這個咧，呢、這個咧，呢、這個就係毛巾，其實我會掛喺頸度嘅通常。哦，係啊，不過因為未開始行，我擺住喺個背包。咁、哦、呢個咧，呢、這個咧，哦，呢、這個就方便我啲隊友認到我嘅啫，其實冇乜特別作用嘅。即係咁樣，你跟住其實會唔會即係以你哋練咗，你哋練咗幾耐？兩三個月到啦。兩三個月，係咪大家的速度係幾接近下嘅咧？都算是啦。會不會有走失的？因為我們之前訪問過啦，試過有些人走失了，被人圈喎、啊、你。我唔係緊。唔緊要，你上埋嚟啊！對住你啊，對住你啊！一上埋嚟閃啊！啲人通常都係咁嘅，其實係啊，係啊，係啊。走失啊，走失應該難啲嘅，因為我哋即係嗰個個制度係我哋四個人一起去 check point 嘅，咁我哋都盡量 keep 住係一起咯。有冇乜咩策略啊？即係譬如邊段就快放啲。中段就留一留力，跟住尾嘅再發力，有冇話即係都度過下即係啲戰術？其實冇嘅，我哋行咗咁多，即係我哋行幾年啊？我就行咗四年啦。係，阿Tommy應該行得仲多。我都係一兩年嘅，多佢一兩年，多佢一兩年。咁有咩策略咧？冇嘅，其實睇下係由邊一段開始捱嘅啫，冇乜策略嘅啫。其實有力咪繼續行。喂，咁你咁多站裏邊咧，問埋啲隊友，最辛苦係邊段啊？其實？最辛苦啊！我自己覺得應該是上馬鞍山啦，同埋大帽山咯。係啊，個個都講嗰段咯，即係一路咁樣爬上去。嗰度最急啊嘛。係。喂，咁因為嚟一路倒數咧，我哋最後呢十日倒數咧，香港啲天氣都好差嘅，又打風啊，落雨咁。咁你哋過去嗰十日都有 keep 住日日練啦，定係隔幾耐練一次？其實我哋一個禮拜練一次嘅。係。咁即係上次就已經係上個禮拜前啦。係上個禮拜我哋好輕鬆咁都行一次嘅。係。咁你哋練習嘅時間係幾多度啊？練習啊，唔係我哋因為分段嘅，因為平時你好難行曬啊，幾廿個鐘咁樣行，即係我哋個 target 就三十個鐘嘅，即係希望三十個鐘應該都 OK 嘅。咁啊，平時練習通常四五個鐘到咯，最多係咯，即係練一次。OK， 喂，今日天氣覺得係咪 very good 咧？應該就係好過前幾日啦，因為早呢個禮拜中嘅時候好大雨，但係曬喎。曬都好過落雨嘅，因為通常即係根據往年咧，如果落雨嘅話，啲時間應該冇做得咁好。喂，揾個鏡頭影下出邊嗰班係咁撩佢嗰班人啦，唔該。唉，喺度吹你。喂，大家打下氣先啦，搞紅色衫嗰班嗱，打下氣。鏡頭喺邊度啊？係啊，呢個頭先大隊起哄嗰個啊，呢個起哄嘅叫咩名啊？藍色。嚇？紅色。嚇？紅衣哥哥係嘛？呢個係 Kenton。曾經一年嘅我隊友嚟。喂，有冇嗰啲打氣口號嗌下咁樣噶？嗰啲金城醒、金城勁、金城冇得頂嗰啲有冇噶？其實我唔知啦。係咯係咯係咯，嚟啊嚟一次嚟一次嚟一次耶嚟一次耶耶完啦已經。喂，咁我想問埋最後一條問題啦，跟住放你走啦真係。好。其實玩咗四至六年啦，個心態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講下咧？真係。遺憾？哦，其實咧，喂，捉埋佢上嚟啦，咁都哦，其實佢講嗰樣嘢係因為其實我行咗幾年嘅，咁但係就每一次都係啱啱嗰張 set 就三字頭嘅，即係三十個鐘咁樣。咁希望今年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二字頭啦。哦，即係呢個係我今年個動力嚟嘅，即係參加個動力係啦，其中一個。咁啊，隊長講下啲打氣説話咧，阿 Tom 隊長。Tom 隊長咧，由頭到尾都好酷啊！係咩？咁係，請講。
咁我哋成隊嘅目標就係為咗完成佢個心願啦，基本上。所以我覺得應該一定得㗎。即其實大家都要撐佢。係，冇錯。我哋好撐我哋啲同事嘅。好啦。好，繼續努力啊！還翻個三寶俾你先。好啦，下一隊紅色衫、藍色衫之後有隊黃色衫嘅嚇。哇 ！CSD， 耶！勁啊勁啊！好，多謝曬，多謝曬。成交處阿 Sir 上嚟，多謝你。哇，好勁喎！你整座整座整座，係我哋企下都得噶喎。嚟。好，成隊上嚟啦！哇，厲害啊，厲害啊，厲害啊！好，我哋烏一烏低身影下入曬鏡頭先啊，睇唔睇得？睇唔睇得？好啦，靠近少少啦。阿 Sir 可以坐過少少。成交處啊，好有氣勢啊，果然唯一一個坐多喺度啦，係咪？啊，好。好明顯你是隊長啦，係嘛？其實係唔係嘅？對住個麥講。介紹一下自己先。首先呢個阿蔡先生啦。介紹下自己點解你介紹人哋先？咁我叫做 Gabriel 啊，係大家好。係 Gabriel。你好啊，我係首領啊。首領。你係首領，你係蔡 Sir。我係阿田啊，得㗎啦。我係阿成成啊。哦，成成。係。喂，你哋玩咗幾多年啦？已經？我就第四年，其他人呢？第二年，第五年，我都是第二年。哦，咁即係你最阿成成最老經驗喎，係啊。哦，喂，咁今年練咗幾耐啊？可唔可以講下？由於我哋個個都唔同工作地方啦，係咁啊，翻工又好忙啦。即係同一個部門，係啦，但係唔同工作地方嘅，係冇錯。咁我意思係咪真係唔同倉咁解啊？真係唔同工作嘅地方，即係有啲可能喺赤柱監獄啦，石壁監獄啦，有啲逼屋懲教所咁啦。係咁，你哋點練啊？練就係由呢個監獄行去嗰個監獄咁樣練翻。如果咁簡單就好啦，因為平時都有操練開嘅，咁所以就冇話特登要 group 埋一齊去練嘅。哦，咁但係你點樣組成一隊嘅咧？如果係咁，由於我哋係有默契噶嘛，係冇錯。但係你睇唔同地方喎，直情。但係赤柱、石壁跟住壁屋啦，係咯，照計應該分到好散下嘅喎，都真係。係啊，所以練習嘅時候就分得好散下啦。啊，分散練㗎你哋？係啊，有陣時要自己行山咯。哇，咁會唔會阿成成放甩你咁樣㗎？咁我哋盡量咧係夾翻嗰個速度嘅都會。係。喂，嗱，問下為第支咪俾最老資格嘅成哥，成哥，今年再下第五成係嘛？咁有咩目標呢？其實目標係哇，你把聲好沉啊，好正，呢啲好啱開麥啊。其實講多啲目標開心咯，係全部一齊翻去就 OK 噶啦，係啊，全部一齊幾多個鐘冇所謂啊，係啊，你諗住賣甩佢哋啊，一齊翻去就 OK。喂，咁你哋分開練咧，係咪冇辦法預計到自己個時間會大概係幾多度咧？其實我哋唔係講個時間嘅，我最緊要就係行得完之外都有時間，有好啲嘅四十八個鐘行曬噶嘛，抵玩喎！四十八個鐘大碗時間，四十八個鐘玩盡佢好。不過我哋唔係咁諗嘅，因為其實時間呢方面咧，我哋係用只腳行出嚟嘅，唔係用個口講出嚟嘅。所以行完先知。喂，咁你估你哋需唔需要瞓覺咧？因為有啲毅行者話俾我聽，諗住唔瞓覺。即係唔係講頭十幾個鐘嗰啲啦，有啲十八個鐘嗰啲或者廿幾個鐘嗰啲都係諗住頂足一日，聽朝先瞓咁，或者聽日晏晝先瞓㗎啦。其實就冇諗過會中途瞓覺㗎啦，不過其實我哋都係一路行一路瞓嘅。嚇！即係路行一路瞓。係咯，好似啲你耍我夜遊啊，夢遊咁樣。因為之前都試過啦，一路行一路瞓，係會㗎，係做得到㗎。係啦。喂，咁你最後？佢哋三個講咁多嘢，你係後方支援嗰個嚟㗎就。啊，梗係唔係啦？其實咧，你哋其實大佬冇大家。其實我咧就係上年嘅隊長，不過咧今年咧就我哋輪住嚟玩啦。今年就係呢位同事係隊長啦。咁我移師咗係去第三把交椅咁啫。我覺得今年都係隊友。其實我哋都係希望我哋成隊人咧可以完完全全咁樣完成呢個過程。去 enjoy 呢個過程咁啊 OK 嘅。喂 ，Correctional Services 有幾多隊出啊？就係你哋一隊，懲教署。今年因為我見你哋咧印曬咧，我諗你哋應該好多係嘛？係好多隊。都好多隊啊，十幾隊。十幾隊啊！係啊，都有啊，係啊。喂，點解有咁盛嘅風氣嘅咧？即係懲教署。因為懲教署推廣緊呢個健康生活。
你係咪幫緊處長講嘢啊？而家基本上，如果有機會，我都係幫緊處長講嘢。咁你而家講多啲啦。你同剩翻嗰十幾隊打下氣啦，唔該你啦。係啦，咁啊，祝我哋懲教署嘅隊員啊，個個都要點樣啊？龍精虎猛，全力以赴，開開心心。最緊要出入平安啊！耶！阿處長有冇嘢同處長講啊？處長一間會嚟噶啦。哦，係咩？十點二十分影相。佢唔會跑係嘛？佢今年個處長冇跑。以前處長都有㗎，係啊。哦，係咩？以前處長係啊，我哋追佢唔到嘅，以前個處長。唔係啊嘛？邊個處長？各兩名處長。哦，各兩名處長。頭先我哋都有問咧，即係上一組咁樣，佢話：，上次咧我哋跑三十小時，今次希望張叔咧就有個二字頭啦。你哋會唔會有個目標咧？有冇目標話即係？突破上呢個成績，保守啲啊！二字頭嘅，所以我都攞過噶啦。哦，哇！今次要一字頭，唔係你明唔明啊？佢哋咧勁到咧係二字頭，我哋攞，我集齊曬啦，咁樣我集齊曬。咁破大會紀錄喎，對自己單字單位數。阿冼 Sir 一陣會嚟嘅，係啊，冇錯。你知阿冼 Sir 花名係咩個？咦，唔知喎，我哋尊敬嘅處長，我哋唔會同佢花名。唔係佢好親民嘅，所以咧啲人叫佢單日強噶。單日，咁今日幾多號啊？今日十五，十五號係咪單啦？單數，所以佢今日應該好強啊！我反映翻俾佢聽嘅。好，咁我哋頭先提過啦，阿 Bernard 咧，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同佢傾兩句。咁我哋不如請行政會議成員啦，阿陳志思上嚟傾兩句啦。多謝你，加油啦！加油！早晨。呢班懲教署同事好風趣幽默喎，其實係好啊 ，Bernard 你好。啊！佢好多 fans， 佢係好多 fans 啊！早晨！喺現場直播緊，我哋頭先一路八點五十八分半就開始倒數啦，真係。我真係第一次嚟呢度啫喎。係咪啊？係啊。喂，多謝你，多謝你。冇邀請過我。唔係啊，你明唔明啊？關於電視嘅嘢，我哋唔敢需要你住，因為呢排太多關於電視嘅嘢，問你唔使到我哋問啦，其實。咩電視啊？咩電視？網上電視。嗱，今日唔講呢啲，今日我哋同毅行者打低。冇錯啦。我哋同毅行者打低，我哋其實今日咧就。都幫毅行者做了一次以前未做過的事，因為據我了解咧，就佢哋一路都想看看可唔可以喺唔同的 checkpoint 咧有直播嘅。咁亦都好幾年揾了另外一間做直播的公司咧，就影住衝線嗰個場景。咁我哋今年咧就諗住分工有人 sponsor 咗係衝線的場景咧，我哋就喺呢度預備點啊起跑點咧就開始倒數。咁啊倒數咗十日噶啦，咁今日就嚟到。係啊，揾咗六個毅行者，每日倒數咗十日㗎啦。講下唔同 checkpoint 啦，去下唔同 checkpoint。咁今年就非常之開心啦，就一路倒數到最後一刻啦。咁你其實咧咁多年咧支持咗毅行者咧，嗰個變化係點咧？我覺得過去五年係勁得好緊要喎，彈升㗎喎。嗱，我自己就都行過五屆啦，係啦，咁啊五屆，不過就上一屆我行嗰一屆已經好耐以前嘅事，十年前嘅事。我記得咧，我好似第一次認識有毅行者咧，都講緊1993年，唔知九二定九三年，哇，廿年前嘅咯喎。咁當其時咧，我最記得咧，其實我係喺八九後翻香港嘅，九零年我讀完書翻香港。其實咧真係好慚愧，當其時咧，我諗不過唔係淨我，估好多香港人都係咧，其實對我哋嘅郊野公園咧，其實冇乜認識嘅。嗱，我翻嚟嗰陣時候咧就。我第一次出嚟行山就喺依度啦，就喺西貢，就係喺依度其實喺間第一、第二段嗰度嘅。哦，北潭中。啊，北潭中。咁就係點樣？點解我要去咧？係一個英國外籍人士，就話：喂，你嚟同我去行下山啦！我喺唔知應該佢喺北潭雅嗰度咧有間村屋租咗，過嚟睇下我哋啦！依度好似英國咁靚㗎。哇！咁佢同我講嘅時候，我心諗有冇搞錯？英國咁靚係咪先？唔係㗎。係咯。咁我就去探佢啦。哇！我真係第一次踏足。即係喺依度嘅個郊野公園，哇！直情係咧驚人，我覺得非常之靚。但係當其時咧，就點解講呢個故仔咧？正正頭先你問啊，初我有份參嚇，由嗰開始認識到毅行者，到後來認識樂施會，跟住行咧，我發覺咧大部分參與啲人咧都係外籍人士。哦，係。絕大部分係外籍人士。我諗其實毅行者喺1986年已經開始。係嗰陣時。當其時更加差唔多，嗰陣 Gurkha 兵到後期咧。都是譬如啲外籍人士為主嘅。你頭先問我到最後十年嘅最大轉變咧，我哋睇到咧，我頭先講漏咗，除咗係外籍人士，我另一批人我成日見到行緊啲山路咧，就年紀大嘅人嘅。啱啱啱。一係就年紀大嘅人，一係就外籍人士。
但到今日為止咧，你睇到啦，其實頭先我開布禮啦，哇！我諗第一絕大部分係我哋本地人啦，我諗咧應該啦，黃皮膚啦，後生仔添啊，跟住後生仔，係啊。咁呢個最大轉變，我覺得我感覺到咧，依二十年咧，我參與咁耐咧，就發覺哇！依個行山或者係行者，竟然係一個主流嘅活動嚟㗎啦。再唔係話淨係以前一小撮人嘅一種即係玩意。唔係呢個，如果你講翻嗰個難度啦。同埋社會嗰個迴響程度咧，其實都應該係全港最勁嗰個嚟㗎啦。你講緊100K 喎，100公里喎，即係唔好講揸車都行100公里都要成個中國。如果就算揸到最快速嚟嘅講嚟講嘅話，呢個真係一個挑戰嚟，超挑戰。我點解頭先我話我行咗都5次咧？因為藝人姐好嘅。啊，你每次行完都發覺咧，原來我仲可以行得好啲添，因為你次次發覺咧，原來你自己有啲嘢未準備好嘅。咁你又所以我第一年行完之後話唔得，我再嚟過。跟第二年又係咁如此類推。不過行完第5次，發覺咧周身周身傷曬，咁就唔再行得。喂，你透露一下你最好成績嗰次係咁樣嘅。我有兩個時間，因為咧我哋行者都有一個團，因為如果你唔係4人一隊完成咧，其實個時間就唔作準嘅。咁我最快一次咧就係得3個人完成。咁我係23小時53分鐘，一日之內啦，叫做。因為23小時53分鐘就係我3個人完成嗰個最快時間。係。成隊人一次過4個人完成咧，應該係26小時25分鐘咁上下㗎。哦，都爭咗2個鐘啫。因為其實講真，我覺得人者佢最大嘅挑戰並不淨係話行埋100K，因為而家其實講真，因為我哋太成功啦，都有好多類似我哋咁嘅活動啦，都係行100K啦。係啊。但係佢從我哋最大分別就係咧，我哋4個人一齊一隊。要完成 teamwork，其實我覺得個仲艱難。點解咧？因為咧，你自己講嘅，咁你行都行唔到啊！你4個人咧，其實係互相要同大家有默契嘅。我記得我有一屆咧，最早嗰幾屆咧，就行到尾咧，你都唔鬼理其他啲人嘅，自己又咁其實唔啱嘅。即係而家其實我哋一定要你4個人去能夠每個 checkpoint 你係要一齊完成，一齊到步，就唔可以咁樣即係我哋。你行快啲，慢慢行，你自己咁其實唔啱嘅，係咪？所以我諗4個人一隊嗰個精神，係令到我呢個藝人者更加大。喂，我今日就好開心嘅，老老實實，因為咧陰天暗天咗成2個禮拜，一號風球啦，又打風添，11月打風啦嗰陣時。哇！今日忽然間藝人者話開布禮嗰陣咧，陽光普照。其實7點零8點都仲係暗暗地啊！你哋9點鐘開布禮咧，光曬啊！我哋打燈都由頭打過啊！要呢個我真係好驚啊！你知好似話真係我又驚個菲律賓個風點會海燕啦，殺埋你呢度咁。因為講真，過往咁多屆咧，即係屆屆唔同嘅。我記得一屆咧就熱到死喎，有一屆又凍到死，一屆落大雨大到咧。大雨嗰屆好慘啊！咁好似係2年前。大雨嗰屆咧，又去到第三段咧，哇！啲人哋同我講翻咧，上斜一段全部泥路嚟嘅。仲有一段又係好 telling， 有一年又係好 telling， 我記得沙士嗰年，沙士啱啱10年啦，係啊，10年啦，啱啱。啱啱沙士嗰年嘅行者咧，又係我聽翻啲藝人姐講，又係大雨到飛起嘅，即係佢哋話咧，都唔知係咪咧，大家要認翻當年香港係咁。咁如果真係認翻咁，咁 OK 喎，即係。暗完之後，依家光翻喎，望啊咁望。如果咁嘅天氣咧，我講有機會，我啲時間都唔差啦，係咪？係啊，涼涼地嘛，你太熱又好難搞嘅，係咪？咁涼涼地，咁你咁嘅時間啱好咧，應該會幫助時間。係呢個最。但我今年咧，我又好特別啊，黃永，我哋今年有一隊咧猛龍隊。猛龍？係啊，你未知啊？猛龍隊好犀利啊！係，其實個諧音嚟嘅，猛龍隊一個盲人加龍嘅，即係。係啊。佢有兩個有視像嘅問題嘅朋友，兩個有聽障嘅，咁厲害，超級 teamwork 喎，真係要4個人夾埋一齊，哇，好嘢，好嘢！所以我今年咧，我頭先同大會講咗咧，我就會嗱，我一向咧，除咗開布禮之外咧，就今晚我就係接冠軍隊嘅，係。但我覺得今年咧，我更加要接呢隊馬龍隊，啱啊，個意思更加大，啱啊！我記得咧，都好幾年啊，有一隊咧。是4個人都是有視像的人士、我都記得是啊那年我去接他們回來哇那個場面感動到你相信他是40幾個小時的我不記得不知去到48但都可能不知道45、46了但是因為他不單止他4個人能夠完成其實他途中是很多人支援他的他回來的時候是全部人一起哇那種的心情呢你問我呢我覺得更加比冠軍隊去接冠軍隊更加有意義
所以我今天我看看聽日他點鐘到，希望不要是半日生間，但我也希望他接他們這裡猛龍隊回來。哇，你說他半日生間，其實他速度很快的，都聽他說他們現在都說是三十幾個小時，三十幾很厲害的，常人都是三十幾個，是不是？你不要這樣說，我們這些常人 是完成不到你的常完成不到，他們已經不是常人，經過訓練才能完成到。所以今年有特別有意思，又有這隊。我們其實每年呢，我們發覺到呢，參與我們這個活動的人呢，當然有些是純是一個興趣啦，有些是純是一個想挑戰自己啦，但還有一些背後很有意義 的背景的，好像剛才說的猛龍隊，是的，勁的，他有一個訊息給大家的，是的，所以我們、就是、所以這個為什麼剛才說你說我們樂師人行者這個活動那麼多人肯參與呢，就是因為這個不是純是一個純是一個運動，是不是一個 sport event 來的，是還有更加背後很多 的因素在這裡。不是，我喜歡那個氣氛呢，行者有個特色呢，就是、因為就這樣聽下去呢，是覺得幾 mission impossible，即係，譬如我同佢講，喂，你去行啊！咁我哋覺得聽到一百公里，一百米，我都未必跑到啊！即係嗰個反應會係咁。但係原來越嚟越多人參加，而且大家嘅成績亦都係越嚟越好。譬如舊年破大會紀錄啦，已經冇錯。舊年嗰隊，不過舊年嗰隊係喺海外嚟，專業跑手。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我哋整體嗰個健康意識同埋嗰個運動意識係強咗好多。嗰樣嘢其實調翻轉頭幫翻啊，幫翻 primary healthcare 噶嘛，幫翻基層醫療噶嘛，即係其實高永文局長聽到，喂，行者多咗人參加好啊。同埋咧，你講得好啱個點就咩？因為點解咧？佢唔係即係話今日我係11月15號啊喺度比賽，佢11月15號嚟啊嘛。你要準備依個嘅 event， 你最少 train 咗你三四個月。冇錯。啊，你未 train 咗三個月，同埋要齊人喎。係啊。唔係一個人自己 train 喎，即係你如果你係根本未 train 過出嚟，你肯定行唔到第三段已經要咁先係咪？所以點解咧？你講得啱啊！佢唔係一個持續嘅運動嚟嘅，係啊，佢持續要鍛鍊自己，咁對身體一定係好嘅。唔係，我覺得樂師會今次樂師行者嗰個精神，我好想講嘅，即係唔係淨係因為陳志思喺度嘅，而係我都係未開 show 之前都有同佢講，我話其實香港人。好多時候俾人嘅感覺咧就係短視啦，唔肯努力啦，嚇、啊，即係識走精面啦，然之後話好唔健康啦，亦都唔會睇得好遠啦。我話你見到今日呢班人全部都唔係，三四個人預備，又有 teamwork， 又唔自私，後邊個支援隊幾緊要？即係我話，哇！你望住佢哋咧，你覺得哇、哦，香港 O K 喎，真係有呢種感覺㗎。係啊，我唔係講笑嘅，嗰種感覺好好嘅，其實真係。你睇得平時太多負面嘢咧，你今日呢個氣氛好好多。即係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其實成隊當然啦，我講嗰啲超級嗰啲咧，就其實就支援隊就唔係咁多嘅，因為佢好快，佢已經好快最後十幾個月。就當我仲喺度去緊。第三段行緊，佢已經去到終點，所以嗰啲可能唔係咁多支援。但大部分香港人，大部分人嗰啲係好多支援噶嘛，即係所以咧，其實你知道我哋樂師人行者咧，而家已經去到16個城市舉行嘅，11個國家，16個城市。係啊，依個係香港開始噶，由香港開始，真係一個香港出口嘅產品嚟嘅。咁而家全世界就有16個地方咧，就舉行緊樂師人行者嘅。咁但係好可惜咧，就我一個都未去過嘅，除咗香港之外。咁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真係冇諗過去咧？咁即係除咗時間之外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個支援。哇！我喺香港真係你冇個支援係唔可以咁，真唔係咁容易完成。咁香港容易啊嘛。但係咧，我當然咧，我哋香港有啲隊伍咧，真係參加全世界。啊！真係㗎！哇！佢嗰啲犀利㗎，真係啲朋友都去埋㗎。哇！飛埋去幫佢支援。好厲害喎！真係好有毅力。真係，因為點解咧？唔係嗱，呢點同馬拉松就好唔同。馬拉松係自己同自己鬥啊嘛。但係你毅行者就真係係你與你嘅網絡。所以我就話嗰樣氣氛係好唔同嘅，嗰個氣氛好唔同。因為咧嗱，你當然如果你可以帶曬所有乾糧嘅自己，嗰一百公里帶曬啲嘢就冇可能，即係可能你時間遠啲啦。咁最好都有人真係去幫輕你嘅，所以個支援咧係即係係好重要嘅一個嘅，即係成個隊伍嚟講係最重要嘅環節嚟嘅。唔係，其實香港老老實實啦，我自己即係咁講，你可能有啲即係尷尬，但係老實。如果香港人不是自己支援自己，下下要靠個老闆的，或者下下要靠個政府的，或者下下要靠阿爺來，好不好？都死緊㗎嘛。其實我哋是一定要靠自己支援自己先點㗎嘛，個城市唔可以靠人㗎嘛。哦，絕對啱啊！即係就算我諗冇一個政府咧，可以話。
所有嘢都嚇、啊、都可以解決到噶嘛，最終都係靠我哋自己噶嘛，所以、啊、所以我覺得運動係一個好好嘅因素，同埋咧，因為見到咧，其實你知參加到隊伍咧、啊，其實都背後可能有係有公司隊嚟嘅，係係係，好多公司隊，所以個公司亦都點解所以咁多公司咧都肯樂意去支援啊，或者甚至去贊助呢啲隊伍咧，因為覺得係一個公司的 team spirit 嚟嘅 team 呢個 team 嘅，同埋呢隊人代表公司嘅光榮啊嘛，同埋嗰個鬥志啊嘛。所以而家越嚟越係一個都話啦，所以我都話有好多唔同背景嘅人參加落行者啊，咁但係我覺得係好事嘅。所以我哋反而而家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始終嗰個嘅物理好勁，有個局限，有個承受量啊嘛。所以我哋而家已經去到1200隊啊，4800人參加。即係差唔多去到一個係飽和，即係冇得去。所以點解而家好多時候我而家面對就係話，我哋好多人想報名，但我哋又要抽籤。咁啊，即係所以我哋都有面對一個，因為我睇到個需求係個需要好大嘅。係好咁啊！今日好多謝陳志思。喂，一陣間你係咪繼續留多喺度一陣㗎？係啊，我十一點鐘開播，我都仲喺度嘅。係嘛？十一點鐘開播，我哋而家就陸陸續續即係叫十一點鐘開播。哇！有咁多後生嘅，真係好後生喎呢班。我哋同佢哋傾下偈先。多謝阿 Bernard， 多謝你，多謝曬，多謝曬。好，唔該曬 ，thank you。好，我哋繼續直播啊！咁啊 ，hello， 辛苦曬啊！好啊，我哋司機阿關上一上嚟啊，介紹下你啊，嚟啊，阿關，嚟上嚟。阿关好有毅力噶佢，阿关梗系有毅力啦。嗱，呢个就系我哋幕后功臣啦，第一次出镜我阿关系嘛，今次系阿关就朝朝帮我哋揸车嘅。喂，头先咁多人揾你影相嘅阿关，系啊。你头先觉得佢哋点啊？诶，好热情啊！诶，系嘛？系从来未遇到咁热情啊嘛。好啦，咁阿关上到嚟，我哋其实同你打打气，等你坐下，唔使咁辛苦。嗱，我哋而家咧就唞一唞。咁啊，等咧就大家可以上載到頭先嗰段片段，因為有啲人唔係同我哋一齊倒數嘅。咁啊，休息幾分鐘之後咧，我哋就繼續即係倒數樂師嘅行者。下一個起跑時間咧就十一點。咁但係你唔好行開啊！我哋兩分半鐘之後咧又會繼續直播噶啦嚇。唔該，關啦。而家繼續咧，就喺樂師毅行者起步禮嘅即係現場。咁呢度就係工作人員同埋即係團體停車間嚟嘅。咁啊，大家一陣間咧，我哋間唔時又會影下啦。譬如而家影一影啦，有架小巴啦，有架大型嘅旅遊巴咧，都會落車嘅。咁我哋今朝嚟由8:58就開始倒數啦，一路倒數到而家。咁啊，亦都為咁多位樂師毅行者打打氣之餘咧，不如報一報。今日有乜嘢頭版新聞啦？好啊，當係提供翻個新聞服務俾現場嘅支援者啊，以至到係毅行者啊，好嘛？咁啊，先講講咧，其實今日咧就星島就有單港府全資興建硬件，就聘請呢個私人營運咧，就係200億打造啟德體育園啊，犀利喎！講緊呢個啟德體育城其實好耐㗎啦，係耐到係點咧？其實耐到呢一個東九龍舊機場。搬走咗之後咧，一路討論緊呢一樣嘢嘅，咁啊前前後後討論咗16年嘅時間，都係未正式開始起噶。咁同埋啟德咧嗰個機場跑道裏面有好多機油滲漏咗落去嘅，咁所以其實就之前因為要清理嗰啲機油咧，就成為咗即係一個未能夠開工嘅主要原因啦。不過對於啲運動員嚟講，梗係開心啦，因為之前都有啲消息話，喂啟德有啲人又話攞嚟起樓啦，做乜嘢？做咩要整一個體育園呢咁樣？喂，講到體育園，我哋有兩個兩三個女藝行者上嚟喎，因為今朝咧我哋俾人問啊，點解我哋直播咧啲藝行者咧全部都係全部都係男士啊？好似11月11日咁樣，全部都係四條光棍。Hello，Hello，Hello， 請坐，請坐，請坐。連個嘉賓啊，陳志思都係男人，都係男人啊。喂，你哋坐埋少少啊！我哋 close 啲。好啊，你係你哋一隊三個人定四個人啊？四個，有個逃走咗。有個逃跑咗啊！好，多謝你，打氣打氣，好。你哋有隊名㗎係嘛？係。叫咩名啊？我哋個隊名比較特別嘅，其實係由我哋三個人一齊諗出嚟嘅。係。所以逃跑咗嗰個冇諗嘅。係。冇錯。係，好講下。隊名叫咩？我哋不如一齊講啦。我哋就熱血豆腐糕，豆腐糕係啦，我哋對住呢，對住嗰度嚟多次，講多次，你哋係咩話？熱血豆腐糕，哇！熱血豆腐糕係邊個糕啊？糕咧就係
勇往直前嗰個。超高。英文嚟㗎。哦，熱血豆腐糕要對住個麥講啊！啊，熱血豆腐糕。好嘅。熱血豆腐就中文嚟嘅，係啦，我唔知啊，因為你可能拼音噶嘛。喂，你叫咩名啊？Anky。Anky 啦，右邊面珠，厲害啊！啊，你影一影啊，俾指俾人睇下。依度係啦。喂，呢個係點嚟㗎？啊！今次大會提供嘅，大會刮上去嘅。大會提供俾我哋嘅水貼咯，係啊。哦，咁啊，你叫咩名啊？我係 Randy。哦 ，Randy， 你咧？最怕醜呢個。Herva 好細聲。Herva 咁樣嘅基本上係，唔係不過對唔住 ，Herva 唔係最怕醜，最怕醜嗰個而家唔知逃跑咗。我哋個隊長嚟啊！隊長啊！其實咧，大家唔好睇小後邊嗰間屋仔啊！嗰間屋仔其實叫有個名稱㗎，叫公廁啊，啊咁啊，所以咧，其實我諗啊，係咪隊長喺裏邊啊？可能隊長已經逃跑咗去嗰度。哦，喂，咁啊，講下呢隊啊 Team 熱血豆腐糕啊，係咪？你哋練咗幾耐啊？其實我哋練咗好耐㗎啦，練咗三年。係啊，我哋就練咗三年嘅。啊，真係㗎？係啊，因為我哋要首先自己要即係嗰個心理嗰、那個，要笠咗個心態先，跟住之後就第二年我哋就開始，即係用一年時間嚟哇，幫個心態熱身，真係好堅啊！佢哋好熱血喎，真係好熱血。唔同嘅 training， 因為咧開始我哋大家一齊嘅時候咧，都有諗啊，會唔會即係始終一百公里咧唔簡單噶嘛？梗係唔簡單。咁咧，我哋大家傾嘅時候咧，就有啲話啊，應該唔得喎。啊，如果我哋即係譬如話我哋成隊人可能一兩個放棄嘅話，咁咁唔繼續啊？咁即係大家要即係要。鍛鍊咗個心態先咯，即係希望話個意志咁樣樣，即係會係成功咁樣咯。咁你哋一路翻學讀緊書，邊有時間練啊？唔係，我哋工作緊嘅。係啊。嚇！你哋唔係大學生嚟㗎？好年輕喎，真係睇落，真係對唔住。完成咗啦，同埋你冇得直接問女仔幾多歲㗎嘛？頭先男仔就冇。你只能夠估嘅啫。係咪工作定學生咁啊？係係。喂，同埋我想講下咧，其實佢哋一路有個他們的大會攝影師呢拿著支拐杖、這個厲害喎、這個、改裝過的攝影機你上來你還是你想繼續拍啊繼續拍啊、oh, OK 待會你再上來談兩句啊你是熱血豆腐糕哪位啊其實我是隊員來的你是支援隊隊員我轉了他了哦，轉咗佢，即係佢係隊長就係。隊員嚟嘅，隊員嚟，我哋個隊長就逃跑咗。隊長仍然喺後邊嘅工作度。嗱，熱血我明啦，係咪？調整心態調整咗一年啦。Go GO 我都明啊。豆腐啊。豆腐點嚟啊？你哋中間有個人叫阿豆，一個叫阿腐啊？我唔知啊，真係。咁我哋女仔啊嘛，咁啊比較弱質纖纖少少咁樣，咁但係我哋憑住我哋就算咁弱質纖纖，我哋都可以完成到一百公里嘅。我但係想問你改個咁弱質纖纖個名字，會唔會影響個毅力啊？因為始終。即係個講我，你叫咩名啊？對，熱血豆腐糕。即係你講出嚟嗌出嚟，好似咁你好似啊，會唔會怕啊？你等佢嚟答下先。唔會，係咪會唔會？即係反而更加反映咗我哋咧，雖然女性，但係咧都有豆腐得嚟，都更加好熱血嘅咁樣咯。咁你哋打算幾多個鐘行曬啊？希望係啊，30之內係啊，準備咗三年，用30個鐘去完成，犀利。好難嘅喎，十個鐘，係啊，希望成功啊！我哋，我以為佢哋會話，其實行得曬好好噶啦，咁樣咧，等我對唔住啊，黃馬，失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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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馬，30個鐘好勁喎，同埋其實佢哋唔係個個曬到黑曬嗰啲嚟噶嘛，我哋搽啲防曬好啫，係咯，而家啲美髮產品好好嘅，應該好勁啊！我覺得佢哋應該有一隊拍檔隊嘅。拍檔隊或者他哋嘅支援隊可以改過另一個名字，叫咩咧？嗱，呢隊真係落場行藝行者嘅熱血豆腐糕啊！支援嗰隊應該叫藤原豆腐店啊！專支援佢哋，係啊，即係揸住架車喺個山路度漂移，就送啲嘢俾佢。其實唔會整爛啲豆腐添，唔會整爛啲豆腐係嘛？喂，咁你哋帶咗啲咩物資㗎？又話自己弱質有冇美白產品喺度？係咯，即係其實你哋嗰個腰包係咪美白產品就一定有嘅？有啲咩會帶起身㗎？你女仔有啲咩會帶起身咧？而家行呢一個日行者防曬啊，水啊，真係㗎！你哋帶幾多公升防曬嘅嘢？
好曬啊！今日啊，冇嘅，查下嘅啫，其實。但有冇啲係長期長程行山用嘅防曬㗎？定係都係嗰啲㗎咋？冇啩。即係平時中環又係用呢啲，不談衝又係用呢啲，係嘛？都係一樣嘅啫，其實係。室內都係呢啲。哦，咁除。但佢哋好似除咗準備話俾我聽會帶防曬之外，都冇話俾你聽，唔會帶，都其實唔會帶其他嘢，因為唔攞住食啊，順便搞埋。係啊，基本上都係防曬，防曬同防曬仲有咩會帶？毛巾嗰啲啊，毛巾。毛巾。我嚟俾人查防曬啊！敷面係咯，遮住個面。係咯，其實係點樣用嘅冇嗰啲咯，最緊要係啊。冇。喂，你全部嘢都係同防曬有關嘅啫喎，毛巾冇同防曬膏，全部都係。有冇食嘅嘢啊？凡士林。同埋我哋著三對襪咯，我著三對襪，咁去防止會起水泡咁樣。哦 ，OK， 好啦，咁一陣間嚟十一點起跑咯喎。係啊，好啊，咪加油啊！好，同其他女性嘅行者打下氣先。好，一齊打氣先。打氣啊！我幫你揸住。係。咁多位女仔加油！加油！加油！你就係咩啊？我哋係熱血豆腐糕。耶！好。好，喂，我哋隊隊都唔同衫噶今日啊，唔該曬啊，呢隊就綠色、白色、紫色衫，再嚟呢隊咧，阿 Winnie 揾得好啊，喂，我想問下大會攝影師啊，入入鏡啊，你捉翻大會攝影師入，又逃跑咗啦，哎嚟啦嚟啦嚟啦，俾大家睇下個姿，好特別嘅，係攝錄機，咁呢個係咪一路行一路會影咁解啊？就係，係啦，佢哋都係為咗佢哋影嘅，呢個係 webcam 嚟嘅，唔係。哦，即係直播嘅都係可以，可以㗎，可以。哇，犀利！哇，咁我哋都可以裝過咁樣，我哋一人揸住一支影住自己。啊，大家睇睇，啊，犀利！呢支簡直就係007嘅產品啊！表面係一支拐杖，實際係一個相機，但係又真係一個拐杖，係嘛？係。你叫咩名啊？我叫俊仔啊，俊仔。俊仔，你好貪靚下喎。係啊。你呢支棍同你件衫，襯埋個眼鏡，攞埋個眼鏡出嚟先。都係嗰隻色。哇！真係誇張啊！真係，你睇下真係邊有咁靚仔啊！真係，果然真係熱血豆腐糕嘅拍檔真係靚仔到啊！真係啊。好。喂，阿俊。好。有名你叫阿俊啊。係。越嚟越俊。你跑唔跑㗎？其實。你會行啊嘛？加油啊！諗住幾多個鐘行曬？睇佢哋㗎咋，佢哋30個鐘喎，應該廿分。咁你同其他靚仔，其他靚仔打下氣啊！加油啊！俾心機。好 ，OK， 多謝。好，再下一隊。喂，其實真係好開心喎。係啊係啊，見到好多。你好啊。係。哇！依個犀利。哇！你知唔知你上一上車嘅時候鏡頭震一震啊？係。因為你哋太強啊，真係。喂，你好啊，星星。星星星星啊，邊個星啊？爬樹嘅星星。哦，真係星星。你好，你好，你 Jeffrey。係 Jeffrey， 你好 ，Jeffrey。哇 ，Jeffrey 好熟口面喎。啊，我哋對住個麥講先。你哋係香港 HARTS， 即係香港業餘電台聯會。哦，業餘電台聯會，電台聯會，喂，唔係我哋即刻汗顏啊，因為我哋業餘，我哋做業餘過你咁，呢啲嘢，其實我哋嘅工作其實就係就做呢個毅行者啦，我哋負責係start point 啦，一二 point 嘅掃尾隊，就負責中途有咩需要緊急支援嘅通訊，就通訊翻我哋嘅 command post turn out 呢個直升機啊。救援隊咁樣咯，同埋前線拯救隊咯。但你哋係咪行嘅其實？我哋跑，哇！你係跑㗎，跟住佢跑追翻。即係你哋唔係真係支援嘅。都係支援，又支援又跑。因為個時間太遠啦，九點做一轉㗎嘛，我哋十一點有一轉，我哋要追翻喺中途 keep 翻一個距離，同啲參賽者喺中間發生咩事，我哋都會知道咯。但係咧，你有名你叫星星咧，咁你咁科。其實你一般行嘅行者幾耐可以完成嗱，我冇行過，佢哋有行過，我就自己練跑多嘅啫，因為我自己工作需要就有做成日做體能嗰啲嘢嘅。咁就絕對冇問題，呢一段一定濕碎嘢嚟嘅，呢段都係。係。咁佢行幾耐咧？三十零個鐘。OK， 都正常。喂，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呢嚿咁精美嘅產品啊？犀利你唔好同我講呢嚿嘢業餘喎，呢嚿嘢都好堅。呢個蘇跑啊，其實。係睇嘅。Motorola。我今朝見咗好多一支嘢嘅都係拐杖嚟嘅，呢支唔會係支拐杖，呢支應該係拐杖啦啩？呢支咩嚟啊？其實嗱，呢一部咧就係我幫你，你幫我拎住 VHF 嘅對講機，唔好整爛人哋，唔緊要，唔緊要，粗嘢嚟嘅啫，粗嘢嚟嘅啫，你唔好好貴，支好粗啊，睇到啊，啲粗嘢，好粗啊，真係呢條鐵係呢條增益嘅天線，放呢個一個遠距離嘅通訊嘅，係就能夠確保喺個 event 裏邊個通訊係無間斷嘅，係盡量令到佢。
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自己業餘器材，全部係自己搜羅同埋揾翻有需要嘅用具，俾自己適合嘅。我即係砌出嚟嘅自己。唔係，機係有嘅。哦，即係我天線呢啲配搭咧，係你自己揾翻適合嗰個頻道用嘅天線，有幾多增益？咁我哋就會安排翻用咩天線啦，不停咁轉嘅，每一年都我哋有好幾個問題要問下你嘅。首先不如你介紹你個會點嚟先啦。我越聽越覺得哇好勁喎，咁樣 logo 啊靚靚咁，然之後衫又有曬制服，係行者揾你支援咁多年其實。其實介紹下個會先啦。我哋呢個無線電會咧係業餘性質嘅，香港比較都係屬於首屈一指嘅，就支援咗好多香港大型嘅跑山嘅活動嘅通訊嘅，包括毅行者啦。樂善行啦，其他嘅環島行啊、環保行嗰啲，全部都係揾我哋做，我哋兩個負責，大部分都係掃尾嘅，戰後隊嘅，能夠掃尾係 clear， 即係 sweet team， 係啦 ，sweet team， 我哋稱為掃尾，掃清個場喺我哋嘅視線裏邊，即係見到你就係代表機冇咩啦，唔可以咁講，係我哋盡量俾鼓勵佢，支持佢上去，我哋唔會俾佢缺嘅。你以大家見唔到你哋為目標嘅，冇錯，最好簡稱雙軌拍門就係你兩位啦，係啦，冇錯啦。傳說中行山嘅雙軌拍門，唔可以咁誇張，就係你兩個，唔可以咁誇張，只係做翻我哋嘅本分，我哋接得呢個 job 做嘅，我哋自己嘅責任。雖然話係業餘，但係做到專業嘅水準出嚟。我喺我喺兩個心目中，咁點嚟嘅你哋兩個？唔係兩個，你個會點嚟？點嚟？你話搭車好耐㗎啦，個會嘅歷史我哋都已經唔清楚啦。哦，真係啊！係啊，我哋兩個點嚟做得？係啊，幾十年。我哋兩個嘅組合其實呢個係好過不經意嘅，就係原本我第一年行車唔係拍佢嘅，係俾人放飛機。之後就兩個無零兩個之後，我哋兩個都係住南區，咁兩個電話通訊啊，不如方方面面一齊咁一齊做。做到而家啦，咁永大部分都係拍佢。拍咗幾耐啊？你俾佢講兩句啊！我哋拍咗五六年嘅啦，而家。哦，咁覺得點咧？呢個角色雙軌拍門嘅角色，哇！都好合拍嚇，好合拍。乜其實有冇啲人即係唔肯完咁樣㗎？都有，拍極都唔走。咁你都係鼓勵佢行埋佢啦。嚇！咁你會你係咯？我就想知你會點同佢講嘅咧？喂，前面仲有好少路嘅咋？到 checkpoint 咗啦。係。即係唔會話 checkpoint 可以休息下。即係唔會話唔好阻我收工啊！唔該你。一定唔會咁樣。我哋絕對唔得㗎。係。喂，咁你可唔可以同啲即係艱辛啲嘅，即係要挑戰毅行者個毅字嘅行者講兩句咧？其實嗱，100公里咧，其實咧。好易行埋，只要你有啲毅力，你嗱你認真啲，捱下眼瞓就到啦。你認真啲講多次，佢頭先笑咗。我係你嗰個，我諗緊你同我講嘅時候，你講多次，講多次啊！笑咗佢哋。嗱，100公里咧，其實就好易行嘅啫，只要有啲毅力，捱下眼瞓一定到嘅。喂，有位阿姐幫你哋手喎，其實呢一個都毅行者完成者嚟㗎，堅喎，上埋嚟啦，番茄。番茄，我以為叫番姐添。過嚟 ，hello， 過嚟，哇，番茄姐，成副武裝，坐啦，哇，番茄姐好勁啊你，帶住背囊咁樣，我見頭先咧，佢哋兩位咧係有啲驚你㗎。快攞個 walkie 嚟，咁即係咁樣，我基本上即刻遞過去。係啊，你而家攞翻個 walkie 啦，係咪？俾翻佢啦。因為有一個朋友咧跟咗車去，佢唔記得咗用邊個 channel， 但係咧。係咯，我個 channel 佢話唔啱，咁我咪攞佢嘅 channel 咯。我真係好專業喎呢啲。講 channel， 通常講 channel 呢啲，我對上一次聽咧係《無間道》第一集啊，即係阿黃秋生話咧轉 channel， 轉俾佢轉。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因為通常呢啲設備咧，俾我嘅感覺咧係警方甚至乎係有少少軍用嘅色彩喺裏邊嘅。其實係點樣先至係業餘，唔使去到即係。法律嗰條界嗰度，可唔可以講解一下？我哋全部都有無線電牌嘅，係通訊事務局有曬操作證嘅。咁我哋咧就呢啲機咧就我哋自己去搜羅，亦都拎部機去俾通訊事務局去驗。我哋個頻道咧，我哋用緊咧就136.74啦，或者403.70，係我哋而家餘頻道嘅中繼嗰啲位置嗰啲frequency 嚟嘅。咁我哋咧就會長時間去測試啲機同埋調校。呢啲全部用電腦寫頻嘅，我哋用係用寫到佢啲火數係適合喺我哋呢啲 event 度能夠唔好有斷續嘅。咁我哋全部人咧都係合法使用無線電，亦都經過曬大會認可我哋嘅身份去做呢樣嘢。包括呢啲毅行者啲工作啦，譬如就出邊，譬如大災難啊、天災人禍、外國嗰啲啊，我哋都會派人出去做呢個通訊員嘅，帶埋自己器材。
咁全部都自費啦，梗係每人俾錢你啦，係咪先？你做義工嚟噶嘛，係咪先？咁我哋呢班人全部都比較有心去做呢樣嘢，即係你哋個名嘅縮寫咯。Hearts 好有 Hearts 嘅 Hearts 係我哋心目中啦，心目中嘅嘢啦。咁我哋只不過係真係想履行翻我哋攞咗無線電牌，我哋有嘅義務，同埋我哋嘅考翻嚟嘅專業嘅角色。你用咗個係啦，都係大氣電波，都係大氣電波。咁應用翻通訊事務局嘅話，我哋有個牌，梗係正常翻用我哋 figure 去做。我哋應該協助到社會做嘅嘢啦。好親切啊！你嗰個感覺，其實因為我以前都做電台噶，佢又係以前做電台。商台定咩？係啊，商台。我以前都喺商台做過嘢噶。哦，係咩？係啊，大師兄，大師兄，我哋係黐到個角色做啫，我哋有啲角色做啫，角色就唔講得噶啦。哦。咁我哋其實咁多年，我哋做 street team 啦，講 street team 啦，見到有啲古仔真係好感人，其實都應該要分享下嘅。係。嗱，我曾經做過昂布斬到即大山嗰邊啦，我見過一個爸爸都成60歲。佢陪住一個弱智嘅女仔，大約都廿幾歲，係行到上鳳凰山頂，拖住佢一步步上山頂，落翻嚟。雖然佢唔係我哋嘅服務對象，但係我哋都要服務埋佢，我哋先肯落山。我自己帶隊人，咁令到我覺得啊，呢個世界仲有啲咁嘅爸爸喺山上見到我，都係非常值得去表揚。但係我唔冇攞佢個名，所以唔係改佢個名。其他如果我哋呢啲義工做嘅稅務隊，大部分都係運動員啊，係能夠應付到個運動去參與運動，但我發覺原來喺世上仲有啲爹哋可以做到啲咁偉大嘅，我都應該要讚揚喺我心目中。我覺得喺我哋電後隊要將呢啲唔係故事中嘅故事講翻出嚟啦。山上面見到好多咁嘅好特別嘅個案啦，同埋有啲人真係好有毅力㗎。佢參加義工咧，你即係參加嗰啲比賽咧，佢只腳已經扎曬嘢。嗰、那個婆婆咧係應該有成60歲松啲到啦，佢堅持。在鳳凰山上面一步一步走回來，那隻義工高叫昂布斬道的義工，我們是 Street Team， 他是一步一步是自己堅持去到心驚膽寒才 quit 自己，所以這些人的毅力不需要我們支持，因為他們內心有，如果要知要我們鼓勵那些已經是比較懦弱了一點，希望我們參賽者能夠靠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意志，不需要鼓勵，能夠迅速及快捷地完成達成自己的目標。我覺得就咁樣啦。我哋都要幫 Sweep Team 啊，即係電後隊加油啊，打下氣啊！好，加油！多謝。番茄姐，你都同所有毅行者打下氣先。好啊，今年嘅毅行者所有參賽者加油！咁係咯，其實咧佢頭先講嗰啲嘢啦，我仲有少少補充嘅。咁有一年嘅毅行者咧，咁我哋啱啱掃到去草山，咁去到草山。我哋接班咧係夜晚嚟嘅，咁有一個參賽者咧，佢真係有少少行動，即係佢行動真係不便噶。佢嘅毅力咧，佢行到去草山啊，行到不便都。佢嘅毅力咧，即係值得好多好多，即係運動員又好，普通一般，即係所有朋友啦，都應該係值得去學習嘅。因為點解咧？他差不多行三步要坐一坐的，行三步是坐一坐的，但是他那晚黑我們都是陪著他走，我們走到去大帽山車磅白的時候是天光，但是他都支持走到那裡的。那所有就算所有真真正正四支箭柱那些朋友呢，都未必有咁嘅毅力，所以真系要鼓励下所有嘅参赛者又好，见到呢度啲朋友都好啦，即系你哋都要学习一下呢一种咁样嘅毅力。我谂毅力系咩咧？我今日睇到毅力系有好几个元素嘅。第一咧就系知道自己的目标系乜。如果就咁死挨冇目标咧，唔可以单纯嘅毅力嚟嘅。第二就是不放棄，亦都不是單純的毅力，而是話你能夠感受到旁邊的力量，為了旁邊的力量繼續努力，那些才叫毅力。啱啊！你不是在呢度出現咧，你未必會有時間想呢些嘢。冇錯，係啊，所以我覺得可能真係大家如果在公司牛牛地，而家睇住我哋咁樣嘅直播咧，可能你都未必有能力跑完100K 嘅，但係唔緊要，人生有好多100K 要跑嘅。係啊，你要堅持落去咯，或者嚟下郊野公園感受一下其他人的氣氛都好好啦。俾阿番茄姐講兩句先，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唔一定要行夠100K 嘅，佢咁樣嘅參與咧係一個，我哋都係做公益噶啦，佢一個嘅心理嘅。
所以他要做到呢一樣嘢咯。我的意思是咁。好，多謝阿星星啊！我見你好像有人打招呼要你去預備差不多了，我哋要 set 機。加油！加油！加油！喂，記得攞翻你部，咪送俾你啊！你想要？表面好熱烈，實際非常勁嘅 Moki 啊！好，多謝曬，拜拜拜拜拜拜！星星，我唔攞得啊，未攞牌啊！我喺度得㗎，我送俾你。喂，多謝曬漁業無線電影會啊！多謝 HLTS。其實咧，我接觸要攞牌嘅機構咧，一係就我係舊公司啦，其實另外就是的士咯，的士有啲即係仲有台嗰啲咧，而家其實佢哋都有攞牌嘅，咁啊一路都知道有呢個組織喺度，但係未見過佢哋真人。頭先你頭先星星講起話，佢攞咗個牌要負一個責任，我突然間諗起亞視，攞住個牌你想點咧？又冇咩責任，又成日重播，六合彩都錯啊嘛，係咪先？賽馬星期日播，完星期一播，真係我感動啊！我見到星星嗰種熱情咧，係啊係啊，攞住個手電，佢都覺得俾佢哋俾佢哋做好過係嘛？係啦、啊，你霸住個朋友。做乜嘢咧？即係其實老實講，你而家真件事今日橫掂都係喺度播直播好過。咪就係咯，佢咁多直播，揾隊 crew 落嚟直播啦，係咪先？唔係，我嚟刺激下佢咯。係啦，希望啦，希望啦。佢或者我哋可以俾條 fit 佢嘅，可以我哋呢度攞條 fit 俾亞視播咯。如果真係真係人到癲。咪同埋佢哋搞咁多咩香港乜嘢話良心啊？係，夢啊嘛，佢尋日感動香港啊嘛，感動香港。喂，呢度今日感動香港啦！你係感受到嗰種氣氛啊，即係全部人嗰種熱情咧，佢哋唔係為咗為咗獎金。我哋正面啲嚇，我哋正面啲，以解困為本體一。嗱，頭先講過嘅，嗱今日咧就有多份報章講到呢個政府嘅200億啟德體育園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尋日咧新地又出咗十年展望，咁啊唔知算唔算係撐香港啦？今次真係第一次重點啊，擺喺香港嗰度嘅，都成為咗頭版新聞嘅。咁另外就琴日消委會話橡皮鴨之前塑化劑啊，海港城出邊嗰架啊，咁啊塑化劑超標400倍嘅。我哋監製咧又揾到另外一對，非常之顏色好鮮豔喎呢對，顏色好鮮豔。呢段呢隊咧都係支援隊伍裏邊咧不可或缺嘅一部分。阿樂阿樂，係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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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度咧就係醫療輔助隊嚟嘅。係，阿樂，係我哋其實就我哋直情就係拍咗喺邊度咧？我哋呢個今日流動直播室拍咗喺邊個咧？一個非常之，我覺得甚至為戰略位置最高嘅地點。因為點解咧？嗱，我哋鼓掌歡迎下 AMS 先，醫療輔助隊。AMS 大家成日聽㗎啦 ，AMS AMS 係咩咧？咁啊順便講下啦，其實咧係幾個幾難嘅英文嚟㗎，啊 ，auxiliary 啦 ，medical services 啊，有 S 㗎嚇，啊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s， 咁點解我話我哋好緊要咧？呢個係最重要嘅戰略地點嚟嘅，因為我阿坡嘅後邊呢間屋仔就係公廁啊，喺你哋嘅左手邊。其實就是 AMS 個站嚟嘅，其實所以咧呢個基本上是即係開大細，以至到係即係有咩事咧，都係呢個點噶啦。咁啊，同埋呢度咧就可以望到啲人支援隊啊、打氣啊咁，前面好多人喺度熱身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拍咗呢個位置。好啦，咁啊攞住支麥講兩句先，醫療輔助隊介紹下自己先。Hello， 我係佩兒。佩兒，我哋係0391，我哋個隊 number 0391。哦，0391，哦，係。Wilson 好温柔喎、啊。係啊。Hello， 我叫 Roy。阿 Roy 你好。Hello， 我叫 Ivy。Hello，Ivy 你好。喂 ，Ivy 同阿 Roy 企近少少先，如果唔係觀眾睇唔到你哋。0391添。喂，我想問一下你哋 AMS 咧，其實你哋係做嘢啊，定係行藝行者嘅咧？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邊個係隊長啊？隊長講啊。我係隊長。隊長。哇。咁阿怡姐，我哋係嚟。正式嚟講就係行嘅，因為我哋都一隊嚟噶嘛。咁但係當然，如果行程嘅期間有咩問題咧，我哋都好樂意為其他隊伍咧伸出援手嘅。哦，如果佢有受傷唔舒服嘅話，都俾翻少少 advance 佢哋啦。係，即係你哋就唔理時間噶啦。如果係咁嘅話，適當嘅時候就幫我哋係自助完成嘅，係啦，全部都係自助完成。不過老實講，我懷疑咧，就算其他藝人仔見到另外一隊需要支援咧，都冇走㗎啦，都唔會唔係話我哋趕時間走先嘅。我諗就，因為佢哋個氣氛好好嘅。嗱，我哋頭先影下，嗱鏡頭影下，有好多小朋友做 V 字手勢。嗱，呢班唔係行者嚟㗎，呢班係小學去旅行㗎咋嚇，其實係啊，大家唔使驚啊。啊，好開心。耶！係好。好，你哋上咗鏡噶啦，系，OK 噶啦，叫媽咪上去
HKSOW.HK 睇下。喂，咁你哋今年行到第幾年啊？我就第四年。哦，你哋咧？我真係初初入，跟住嚟。聽得出，聽得出。我第二年。我第二年。我第一年咯。啊、你第一年啊？是啊。喂，咁問下第一年呢位先啦。喂，你坐埋少少先。你第一年咁，我見你即係成身有曬 equipment 咁啦，但係有冇信心完成呢？如果有信心完成，大概咩時間會完成到呢？都有嘅，跟住 Madam 啊啲隊員一起行。係 Madam 你好，係。都促我行，希望會跟到佢哋嘅步伐啦。係。喂，第一年呢啲要同你打下氣嘅，你練咗幾耐啊？老老實實。其實練都是自己練啲腳，即係唔係練了很久啦？係得唔得㗎？應該 OK 嘅，俾啲信心自己咯。係係，但係真係小心啲喎。係，如果唔係，我覺得最慘係 AMS 傷咗幾尷尬，即係點咧？咁我自己幫自己啊，定係自己？即係其實係點嘅咧？不過其實你哋係咪可以即係自救能力會好強嘅？因為你好清楚。傷的時候應該怎麼急救？應該說大家做過防禦會比較全面一些，因為譬如說什麼有危險啊，或者熱身之前那些準備會大家會特別留心，或者會做多一些。其實怎麼熱身的呢，行者？因為其實短跑怎麼熱身，我們經常在鏡頭面前看很多的嘛，平時那些那些我不知道怎麼熱身，主要都是拉筋咯。哦，拉筋，因為你身體那些韌帶柔韌度比較高，你的耐力平時已經操作回來了嘛，避免受傷是最重要的。因為就算你之前練得挺好，但是一受傷的話你打後 都比較艱難去完成。我聽到有人說扭親但捱最後一個拎那些真的很慘的，真希望捱到啦，都希望有些隊友，如果或者有些參賽者真的咁不幸受傷的話，行回鬆自己，等自己不要那麼大壓力，盡量完成翻去。不過我覺得今天天氣咁好咧，就應該點都好啲嘅，起碼線身的機會率點都係低咗好多嘅。希望大家不要搞到你哋做目標啦。但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譬如有幾多隊 AMS 跑㗎？今年四隊。四隊。咁你哋會唔會係策略性地即係前中後咁都會有啲隊伍㗎？其實都唔係，我哋大家一齊起步時間都係11:00咯。咁大家都會有照應嘅。咁但係佢哋每一隊嗰個步速係唔一樣嘅。咁佢哋平時自己練嘅時候會跟翻自己隊嗰個時間嚟做咯。咁互相照應會有咯，但係都係行翻自己嗰隊嘅時間。好，咁不如咁啦，我哋俾男士們同其他毅行者打打氣先。加油啊！一定要喺36小時完成啊！喂，好有要求啊！呢位男士，36小時完成，好努力啊，努力啊，努力，你個人好踏實嗰啲嚟嘅，冇咩嘢講嗰啲嚟嘅，定啊？好，到你啦，係。雖然我今年第一年行，但係我都會俾心機，你哋都要俾心機。好，隊長。我哋0391呢一隊咧，咁希望大家互相信任大家，互相支持大家，最後走到去終點見大家。好辛苦曬啊！好，我哋繼續講下其他頭版新聞俾係行者知啊。大家今朝可能未睇新聞啦。好，拜拜，加油加油加油！0391加手啊！出面0553影緊相。喂，阿Sir，喂，快上嚟553。阿Sir，快一嚟！喂，倒數啊咁耐，嗱，我哋認得頭先咧，就係幫我哋倒數嘅。就是裝了刀片腳的。好了，我們繼續講下頭版新聞，阿波好嗎？又送過一對毅行者。我們這樣做直播都挺有趣，因為你其他電視台做直播呢，中間是有廣告的。這個都是很有毅力的直播。我們其實今次是極有毅力的。阿樂都很有毅力地幫我們控制著鏡頭。好了，那我們繼續講一下，其實今天都有些報章呢，就而家繼續做緊呢個超級颱風海燕嘅即係災後報導嘅，因為譬如明報啊，就有四個記者過去，咁就而家喺塔克洛班市，咁所以呢幾日明報咧，全部頭版咧都係講緊即係當地嘅情況啦。咁喺度都希望香港嘅記者去到菲律賓咧，即係萬事都小心啲啦，小心啲。咁啊，成為咗今日就明報嘅頭版新聞，咁啊，升到頭版新聞講咗啦。另外今日都有報章咧，就譬如蘋果咁咧，就關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啦，即係鍾庭耀嗰檔嘢啦。
咁就話咧呢一個民情指數二十年嚟咧就最差嘅。咁啊，計呢個十一月初錄得58.3之後咧，就計翻再之前一個指數咧就跌咗3.9。係。咁啊，係有即係二十年嚟啊，即係最低嘅數字嚟啦。咁啊，好明顯就因為受到呢一個免費電視牌照嘅事件有一個嚴重。因為其實而家有啲嘅學者都出嚟講啦，佢話當年咧，如果睇翻嗰個指數咧，500,000人上街嘅時候咧，就係63.8嘅。咁而家個58.3咧，即係代表住嗰個民情、嗰個民怨，大家都可能積累咗好多，咁可能會有啲大型嘅，即係有啲示威行動啊！依啲就係學者嘅憂慮咯。同埋我諗有個情況，大家比較擔心嘅咧，就係你2003嗰陣咧，因為都經歷咗1997嘅金融風暴啦，2000嘅科網爆破啦，咁啊，然之後有一大抽嘅人破產啦，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本來供完間樓咧，結果就換咗樓之後變咗負資產啦。咁啊，起碼有好多經濟因素去解釋當其時點解啲人咁多不滿啊！而家咧，其實個市道整體嚟講係好好嘅。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就業率真係史無前例咁高啦，人工又高翻好多啦，人工又高翻好多啦。咁啊，通脹啊未至於好辣啦。係。咁啊，以至到其實攞綜援嘅人數咧，其實一路喺度即係近呢18月都係向下，向下跌緊，向下跌緊嘅。咁其實咁多嘅好嘅經濟因素咧，都仲係咁嘅民望咧，以至係一個下跌嘅趨勢咧，係令人相當之憂心香港嘅情況。所以我話點解今日嚟嘅行者呢度好好咧？喂！原來很多香港人真係很有毅力的，即係同呢個指數好似突然之間有少少，一個很大的對比。你看到今天那些人很有希望、很有恆心啊，即係同呢個指數要好不開心，好像有些落差啊。係，咪同埋你看完跟住望下班藝行，又不同曬。係，我哋好差，不過點嘅我哋，仲可以捱落去，捱到嘅咁。好，咁另外《東方日報》今天是國際頭版新聞啊，就是、New York Times 的頭版新聞，咁啊同阿温家寶個女係有關嘅。咁就温家寶個女啊，温如春，咁啊幫助呢個 JP Morgan Chase 咁啊投資呢一個內地嘅企業，咁啊代咗700,000嘅顧問費。咁其實温家寶都其實落場之前都已經有好多報章爆佢嘅料啦，爆佢嘅料噶啦，咁啊。都會是一個我諗長期跟進，以我了解《紐約時報》的話，應該不會做完一單，不是一單嚟嘅，不是一單就算啦，梗係慢慢嚟啦。咁啊，成為咗今日各大報章的頭版新聞啊。咁啊，翻翻嚟呢一個藝行者的現場咧，11咧，我哋就會再進行倒數噶啦。咁啊，先休息幾分鐘先，我哋又等呢一節咧嘅節目咧上載上網。咁如果你頭先而家先睇直播，之前漏咗嘅，可以睇翻我哋第一節同埋第二節嘅直播啊。等陣，我哋幫毅行者繼續打氣。咁今日毅行者正式起跑，48小時之內要跑完100公里。咁最快紀錄喺舊年產生咗11小時12分鐘，11小時12分鐘可以跑完啦。今年咧天氣咁好，啊秋高氣爽嘅時候，破紀錄咧，會唔會再破紀錄啦？毅行者加油啊！OK 啦，就嚟到毅行者起步禮直播 Part 3第三節啊，第三節就 OK 啦。第三節 OK 啦。喂，頭先我見到好多小學嘅同學咧，嗱呢班陸續陸續3S 班啊，就阿 Miss 帶住佢去旅行啦。我係揮下手，有隻憤怒鳥，有隻 Winnie the Pooh， 哇，好開心！哇，這個小朋友勁啊，嗰、那個彩虹袋好搶眼啊，真係。好啦，咁啊 ，O 唔 OK 啊 ？OK 啊 ，OK 曬。頭先咧，我見到有一隊咧行過嘅時候，毅行者一隊有一隊行過嘅時候咧，好多女仔咧，哇咁樣。我見到 Winnie， 哇放光，係啊！我哋同事 Winnie 都話：，哇呢隊一定要請啊！咁樣，佢好勤力咁啊！我哋而家即刻請佢上嚟啦！啊，請佢上嚟，呢班真係犀利。Hello， 坐，清楚。呢隊簡稱手瓜起剪隊啊！哇，真係好大隻！喂，你心口寫住呢度係咪隊名嚟㗎 ？Air Walker 係嘛？係啊，係 Air Walker 唔同即係唔係同 Johnny Walker 冇關係㗎？我哋就冇人叫 Johnny。你又冇人叫 Johnny 嘅 Air Walker？ 喂，咁你第幾年玩啊？哇！你再嗱，我哋再睇下佢，你係啊，你唔使喐得㗎啦，你就係頭先翹一翹手啊，嗰只哇，嗰只麒麟臂真係唔好講笑啊，真係你都唔講笑啦，你唔使揸佢啦，佢已經人收埋。我哋表演咗好強嘅，唔好意思。喂，呢個人仲要美谷㗎喎。係咯，係啊。
有冇搞錯啊？使唔使大隻成咁啊？你哋我用手行噶嘛？用手啲咪叫行叫爬？好，你哋邊個係隊長先？你。原來最不錯的那個就是最內斂的那個隊長好，隊長好 Captain Air Walker 你叫做是Captain Air Walker 那他們叫什麼名字我自己我叫阿容阿容容隊長那你介紹一下你的 team 先好嗎你隊伍是什麼我左手邊阿土哥土哥不用谷就要很大隻那個跟著那個最初那個超哥哦，超哥，系啦，跟住嗰、那個哇，最大隻麒麟臂呢個咧，小妖，小妖，小妖啊，系啦，咁勁嘅你哋，即係土哥、超哥、小妖，呢啲基本上係嗰啲日本特撮片嗰啲啊，嗰啲咩怪獸戰隊嗰啲，有啲咁嘅造型，即係有紅藍黃綠嗰啲，係嗰啲造型，適當時候你會變西，係啦，適當時候會變西嗰啲嚟嘅。喂，隊長，我哋 Captain Air Walker， 講下你哋今年第幾年參加先？我哋如果呢個組合咧就係、是、第一年嘅，咁、當然我哋不同人咧亦都有參加。你自己第幾年參加咧？我自己今次就第四次啦。哦，係啦。佢哋咧？佢哋有啲就兩次，有啲就新手菜鳥。我估下先。係啦。小妖係菜鳥咧。啊！果然啊，主持即係主持，犀利犀利。點解咧？因為咧，我見阿小妖咧比較多 gear 啊。係啊！喂喂，你唔好淨係 show 手臂，我知你大隻，知你大隻啦，小妖哥。嗱，你動隻腳上嚟先，得夠唔夠啊？唔好扭親啊！動隻腳上嚟先，睇唔睇到啊？唔好俾直。係你行緊啲，行緊啲，行緊啲，行緊啲。啊，動隻腳上嚟啊，夠唔夠啊？拉唔好當拉筋啦，拉高少少，拉高少少。哇！呢度影一號鏡啊，係啊，呢度呢嚿係咩嚟㗎？其實咧，呢啲係我知呢個叫膝頭哥，唔係我已經有乜前面呢嚿係咩咧？即係如果我可以嘅話，都唔想黐嘅，只不過係自己曾經受過傷，咁所以咧就希望幫輕下。呢個係黐㗎，黐嘅貼紙嚟，唔係跟住條褲㗎，唔係跟住條褲嘅。哦，所以任你黐嘅。係咪啊？攞埋呢邊俾大家睇下，呢邊你話有乜辦法唔似特撮片啫？嗱呢啲咁，係咪？即係蒙面超人嗰啲造型嚟㗎嘛？你直情啊，冇辦法，即係要靠裝備。唔係再加埋你哋個名叫 Air Walker 喎，即係直情係嗰啲特撮片嗰啲名。飛來係啊，可以拍套戲係叫 Air Walker 都得㗎啦。係我哋有啊，擺上 YouTube 嘅。你哋點相法啊？呢條？哦，呢邊係其實自己之前斷過十字韌帶嘅。哦，喂，點解咧？點受傷啊？踢波。我踢波，哇！你斷個十字韌帶行藝行者，得唔得㗎？得嘅，哦，係啊，呢個信心眼神。我哋四個最 fit 係佢嘅，睇錯，淨係佢手臂都知。你唔好再鼓勵佢，你唔好再用力。佢基本上係咩咧？佢基本上係復仇者聯盟嗰個綠巨人啊，啊綠巨人就係佢啦，基本上係啊。唔好嘢佢。咁佢好明顯係隊長啊，喂，隊長，講翻兩句先。你參加到今年咧，我見你寫住十萬米咧，咩意思啊？嗱，呢度寫住十萬米嘅，一之後演變翻就即係百公里哦，即係咁樣意思。係啊，不過就。啊，好似特別啲咁解啫。哦，即係中意玩嘢，中意玩下嘢咁樣嘅。喂，咁你玩到譬如第一年到第四年咁樣啦，好多人都頭先我聽過係第一年玩，第二年玩嘅。有冇咩小貼士可以俾翻即係一眾嘅所謂菜鳥同埋新丁咧？有啲菜鳥第一年玩唔完嗰啲，今年其實等於第一年玩噶嘛，都係因為未完成啊嘛，係咪？有冇啲嘢可以同佢哋提醒下佢哋？小貼士，如果我自己四年嘅經驗咧，我覺得。四個一起行就是一個小貼士，亦都是一個最大的貼士嚟嘅。嚇，點解咧？咁圓嘅你係啦，好圓嘅。咪隊長係咁嘅，有光環。隊長係咁講嘅，係啊，精神啊。係啦，因為藝人者係一個佢有一個規則，就係你一定要四個人完成完成啦，同埋其實你每一個 checkpoint 都一定要等四個人一起先可以去到篤手帶噶嘛。係嚇，咁呢個咁嘅咁得意嘅規則咧，咁啊形成咗一個好得意嘅狀況啦，即係話你。最快嗰個人，你點快都好咧，你一定要等埋最後嗰個嘅。係嚇，咁但係你一個 team 嘅運行咧，咁就唔可以話你自己一個喺山頂度等人，跟住後邊嗰個就喺度慢慢趌上嚟、躝上嚟又好啦。係係啦，咁所以係一個可以演變一個互相合作，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團隊精神
同埋咧，如果你真係有個人快放，跟住大甩佢咧，後面嗰人就爆噶啦，後面嗰人就冇心機噶啦。唔止啊，見到你再鬧爆你咯，仲要係咪？即係誒，唔係嗰個係通常嗰啲係嘛？即係雖然我哋呢度可以講粗口噶，但係我就唔鼓勵啦。我哋話曬做緊社會企業，真係唔贊成人哋咁樣嘅嚇。不過咁啊，其實呢條橋咧，大家而家熟悉咗好多。譬如啱啱出咗呢個藍光碟同埋 DVD 嘅《怪獸大學》咧，佢中間有一段都係咁講噶，即係佢哋嗰幾隻怪獸咧，要一齊衝線咧，先至可以即係當係完成個任務嘅，就唔可以係一個人自己一個人衝曬落去。好啦，咁你哋平時係咪同一間公司啊？同一間咩㗎？即係係嘅。係啦，係啊。所以大家夾開嘅。夾開就唔係夾開嘅，因為其實我哋雖然同一間公司，但係喺唔同嗰啲部門度做嘢。咁點夾啦？我於是我下個問題。咁真係嗱，呢個我就覺得係其實就係頭先講體現嗰個團隊精神嘅其中一環嚟嘅。咁我真係好多謝大家喺呢度，真係好想多謝咁多隊友同埋我哋嘅support team。係啦，咁佢哋由於我哋嘅工作咧係要輪班啊，或者大家翻工嘅時間唔同嘅，咁可能有啲大家真係要互相遷就。透露一下你做盛行㗎嘛？我哋係警務人員嚟嘅。哦，我唔知咁 fit 啦，我想明曬。我仲想問下一個問題，你咪揀隊員都要揀啲手臂粗啊，或者咁 fit 嘅？原來唔使講，警員嚟全部都。你搞錯咗啦！即係我想入佢隊，你搞錯咗啦！你手臂唔粗，我肥肉，你都唔夠膽入呢隊啦，係嘛？咁你哋係唔同環頭定都同？唔同嘅，唔同部門嘅，係啊。嚇，唔同部門點夾啊？之前識落嘅嗰度。哦，之前識落嘅。就係大家抽時間咯，大家。哦，喂，俾支麥佢講下先，係。就係大家犧牲啲時間咯，犧牲本地人時間啊！我哋定咗，即係朝頭一玩之後就定咗一個日子，每個禮拜一齊出嚟訓練一課咁樣。喂，你透露下邊個整呢件制服？又係教練小妖啊，小妖。喂，小妖你講嚟聽下先。我哋嘅形象設計。哇！你揀呢隻色有咩特別嘅含義嘅？其實呢隻色除咗衫之外冇意思。大家都係想粉紅色，但係粉紅色之後咧又點樣？一個男人，大家又唔同。有啲男子氣概係啦，點樣去 carry 到件粉紅色咧？係，咁就唯有做黑色啦。咁你去邊度即係訂㗎？其實呢啲訂嘅係咪一間公司有訂嘅？哦，喂，貴唔貴嘅咧？其實呢個又係教練啊，我淨係畫公仔啊。喂，教練講下，喂，唔係有人見到你哋咁型咧，都會想做。下年可能呢啲 behind the scene 好緊要，就講嚟聽下究竟點做啊？搞幾耐嘅？通常要呢啲。其實有，因為你講得啱嘅 team spirit 咧。淨係望到都 high 啲嘅，真係。哦，係。係咪？你望到哇，喺十萬米咁都盈盈地，又真係爭好遠㗎。同埋你對衫，你成對著同一對衫，咁梗係要一齊行先型㗎嘛。係即係呢個，所以啱嘅。你一定要透露下做制服嘅秘訣，講下啲 tips 先。做制服嘅秘訣，首先梗係要型啦。啱，係唔型都唔想著啦。但係都要錢噶嘛，係嘛？錢就真係唔係你哋唔想著，我諗都有好多人想㗎。係啊，又要咁講。其實而家真係平咗好多㗎啦。以前整呢啲衫冇咁花巧咧，都已經好貴嘅，都可能要起碼都要二三百蚊一件，但係唔靚嘅。咁但係而家呢啲都好平，200-200蚊。係咩？係啊，訂喎。訂㗎啦，係啊。真係㗎？係啊。香港喎。香港㗎。嚇？誒咁使乜翻內地整啊？啲人 O K 嘅喎，同埋啲物料係快乾料嚟，係啲係好嘢嚟嘅喎。其實幾耐咧？要整幾耐咧？即係幾耐先嘅？你最如果第一批，因為我哋其實整咗好多嘅，咁啊第一批就耐少少，大約一個月嘅。咁之後嗰啲就好快，可能兩個禮拜。哇！有好多隊 air worker 㗎。唔係啊，我哋有啲 support team 嗰啲度，我哋都會做嘅。我哋有一個 team spirit 係 support team 都要 team spirit。喂，隊長，俾翻阿小妖講兩句先。你話你畫咧，你用咩畫？用手畫啊，定用電腦啊，定真係揾張紙揾支筆啊，咁就得㗎啦，咁樣畫俾嗰個人睇就得㗎。跟住我就 send 咗俾佢，仲要我喺度諗緊，我仲想去 send 翻俾公司個 designer Penny。咁但係好好嘅，佢大概知道你想點嘅之後，佢就會幫你入嚟。哇，幾好啊！香港呢啲幫你設計嘛，真係 OK 喎。唔錯，真係唔錯。係咯，咁同埋即係幾一個月到就搞掂㗎咯喎，其實即係可以諗到暑假之後先得喎。OK 喎，真係。喂，咁。警務人員就梗係好跑得啦，咁但係有幾多隊警務人員跑咧？據你了解，你哋有冇人知啊？真係唔知，因為有啲係我哋今次就係用警察義工隊嗰個身份去到參加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佢哋自己私底下參加嗰啲咧，就真係冇呢個數據。CIB 知唔知咧？CIB， 我呢啲睇壞腦啊！係啊，睇壞腦嗰啲係壞腦，係嘛？會唔會知都唔知啊嘛？唔知啊，哦 ，OK。喂，咁目標幾多啦？最後講下。
目標，係，麻煩小妖，哇，背脊，哇，背肌，哇，你件衫原來後邊仲有嘢啊！我搞錯啊，使唔使啊？十八小時之內 ，yes， 哇，都難嘅喎，其實。希望不過你哋係咪閒閒地啊？希望係盡力而為。不過你攞咗個靚 number 0383啊 ，OK 啊，係啊。好，0383隊，2013年18小時內跑完，加油加油加油！好，勁啊勁啊！好，繼續，好，辛苦曬辛苦曬，喂，加油加油加油！你真係最酷啊！不過咧，酷得嚟唔好講笑，佢隻錶咧其實咧。是好搶的好搶的我講笑呢條友。阿 Sir, thank you, sir.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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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哇啲警務人員落車嘅時候我哋架車都。我哋架車。係啦咁跟住落嚟啦。犀利。我哋壓軸呢一節第三節嘅嘉賓梗係要有莊陳友。歡迎陳友。陳友上過我哋架車好多次㗎啦。今日呢個身份好唔一樣。今日咧就係毅行者幕後功臣啊！陳友，陳友，小心小心，你好熟悉我哋架車嘅環境噶啦，不過已經啊，喂，請坐，請坐。好啊，好啊。嗱，頭先啱啱有四個阿 Sir， 阿 Sir， 加油啊！啊，四個阿 Sir。OK。咁啊，另外有女仔啦，有一隊叫做咩話阿婆？熱血豆腐糕。熱血豆腐糕，高係至高高。係啊，有隊嘢就咪。OK OK， 拜拜。咁啊，陳友頭先起步禮係咪都嚟咗啦？已經。未啊，未有起步禮喎。因為起步禮嘉賓，唔係九點鐘，九點鐘，九點鐘啊！陳志思嚟咗打你啦，可能唔係十一點仲有一次嘅，係啦，十一點就開步禮，係啊，開步禮嗰個就再大型啲嘅。啊，冇錯冇錯冇錯。喂，你今年第幾年嚟啦？已經已經唔記得咗啦，已經中間多到唔記得咗，多唔記得。應該數下誒，有好多年冇嚟嘅真係誒，我諗由九三年十三、十五六次啦，係咁講啦。係喂，頭先我聽阿 Bernard 講咧，阿陳志思講咧，今年有隊猛龍隊，猛龍隊喎，係由誒，你知唔知有隊猛龍隊啊？係唔得，我家人咪坐住人。唔係變咗唔係猛，佢唔係佢意思係咧，佢玩食字啊！我第一次聽陳志思玩食字啊，佢話猛咧就猛，佢真係龍。咁啊，兩隊有視障嘅，再加兩隊有聽障嘅咧，就組成一隊，四個人。咁啊，話今年佢最關注就呢一隊，咁啊，好希望佢哋完成嘅時候可以真係接佢。其實以前有參加過嘅盲人，四個咯，嗰個就我都記得，係啊，喺2000年定2002年到，亦都完成咗嘅。係啊，嘅有兩年係即係嗰陣時，我哋新聞協會會啲人組織嘅。係啦，冇錯。聽聞嗰年好多人支援佢哋㗎嘛，好堅啊，係啊係啊，佢哋亦都練得好好啊，係啊，係啊，非常之勁。好啊，點啊？你唔係第一年嚟啊嘛？我今年唔係第一年嚟，但係都係第二年嚟啫。係啦，喂，但係今年我哋做直播啦，頭先由8:09開始，咁啊就已經喺度。哇，真係咧，今年嘅氣氛好好，因為有一個好主要原因咧就係。你都 feel 到嘅，好個氣天氣係天氣一流，天氣你真係好難好，你哇行山你真係想點啊？最好係咁啊！我就覺得有陽光，又唔熱又陽光，起步嘅時候又開心，周圍有啲氣氛又好，所以今年真係今年又比舊年好嘅。冇錯，不過提醒一下咧，就天氣可能變化啦，咁所以可能有時夜晚會好凍嘅喎。係啊，有一年咧都係一開起步嘅時候好太陽。就好嚇人啦！咁去到第一去到夜晚嘅時候咧，開始變到好凍。嗯，係。係啊，咁於是有啲人咧，其實唔夠衫，尤其是係聽晚。係，聽晚好緊要，聽晚。係啦，喂，咁啦，陳友，趁你喺度，你係最熟噶啦。我哋咧就諗住做一個檢查站逐個數嘅環節。係。係啦，咁不如我哋檢查站逐個數啊先。嗱，而家我哋就喺起點就不談沖站，咁啊大家都知噶啦嚇。起點咧就淨係供應家庭裝水嘅啫，咁啊唔該大家自己帶水樽、水帶水袋，咁我見到都好熟行噶啦。係，頭先大家都好守規矩啊。只有少部分第一年玩嗰啲要去買過另外一個樽嘅就係，嗰啲基本上都好熟。一號檢查站就係嗱，我再講一次，唔係西環啊，大家成日都搞錯咗。西灣點解咧？因為大家講開銅鑼灣，銅鑼灣西環，其實係銅鑼灣啊嘛，係咪灣仔嘛，唔係環仔啊嘛，所以第一號檢查站咧就唔係西環嘅，啊係西灣。西灣，我真係聽到有人話第一號檢查站西環，我話你試喺北潭出嚟去西環睇下，暈咗啦。
咁同埋要游埋水。啊，陳志思就唔會讀錯嘅，係佢對於西環同西灣係分得好清楚，發音好準確嘅，唔會錯嘅，唔會錯，一定唔會錯，一定。喂，一號檢查站有啲咩嘢要準備啊？你對一號檢查站嘅認識係點啊，陳？其實都嗰度比較簡單啲嘅，即係你補充水啊等等。咁我諗好。行去一號嗰度都唔算太過困難，一二號都唔算太過困難。係咁、啊、所以就冇咩特別要準備。嗰度好似喺海邊好靚。好啦，咁啊，你嘅同事就話你要出去啦，你可能都要去。我要做嘢係嘛？去做嘢。我哋繼續同大家倒數啊！咁好喺呢度咧，借你個呢個平台咧，就祝今年嘅毅行者咧係啊、步步順利，步步順利，就係愉快咁到屯門。好，好啊，多謝。好，唔該曬張仁友。嗱，我哋啱啱數咗第一站就係即係西灣啦。咁啊，等陣我哋唞唞翻嚟咧，就再同大家檢查站逐個數。咁啊，去到第四節。唔該曬張仁友，唔該曬。毅行者加油！好，辛苦曬，辛苦曬。好，好啦，我哋等緊翻嚟檢查站逐個數嘅環節啦。咁啊，有。計埋起點，我而家起點啦，咁啊，等陣就會有十號檢查站。三分鐘之後翻嚟咧，我哋同大家逐個檢查站數一數啊。仲有十分鐘，仲有十分鐘，啊！十分鐘做咩呢？就到十一點鐘。哦，係十分鐘到十一點鐘，因為咧我哋嗰個最大型嘅毅行者開步禮，開步禮啊，就有十分鐘之後開始。剛才有都趕住開。係啦，咁如果你睇緊電視嘅話咧，同班毅行者倒數一下啦咁。咁我見到咧頭先我哋訪問咗好多嗰啲人咧，都話喂唔得，要去啦，要去啦咁樣啊，好緊張啊！呢、這個時候咧，我哋預備咗檢查站逐個數嘅。係。頭先阿莊晨又介紹咗咧，一號檢查站咧就叫西灣。係。西灣其實好易去嘅啫，咁啊，但係就星期五晚上九點鐘就收㗎啦。係。呢個檢查站，咁大佬人哋都要真係有收嘅時間㗎。所以我哋頭先咧，再之前嗰節啦，第二節啦，大家睇一睇，就我哋叫 Sweep Team 啊。喂 ，Sweep Team 影一影 Sweep Team， 嗱，而家準備出發啦，嗱，星星哥。星星哥你好，拜拜，拜拜，加油啊，加油啊，嗱佢就 sweep 添啦，系扫紧人，扫档，所以佢嗰条天线咧，原来唔系咁短嘅，好长啊，系咁长噶，其实条天线攞住好犀利噶，系咁啊 ，sweep 添咧就会喺九点钟扫完之后咧，星期五晚上咧就九点钟关闭噶啦吓，咁啊一号检查站喺西湾有咩咧？西湾有士多，啊咁啊有士多好紧要嘅，咁啊有食品饮品供应，亦都咧士多可以借电话，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呢度咧，樂師會派翻樽裝水俾佢哋噶。好，二號檢查站唔係不談鬆，係不談拗啊。拗係啦，呢、這個字都幾係，我都啊個拗字，咁啊犀利啊！啊，樂水蘭唔喺度啊嘛。係啊，文膽冇咗，可能西灣就變咗西灣啦。樂水蘭今日去咗做毅行者啊，係啊，係啊，佢都喺度毅行緊啊，係喺文字中毅行啊，加油啊，講句係啊，好啦，咁啊二號。檢查站不談拗咧，就喺麥理浩徑同埋北潭路嘅交界嘅。咁啊喺西貢咧，如果你想去探班嘅話咧，就坐94號巴士，或者簡單啲搭的士啦。係啊，搭綠的都係到嘅。冇多銀證嘅私家車留意啦嚇，冇多銀證嘅私家車咧，二號檢查站不談拗咧就唔可以駛入去郊野公園嘅範圍嘅。咁呢度咧亦都係嚴禁泊車㗎，真係趕㗎嚇。其實好多警察會喺嗰頭附近維持秩序嘅，支援隊伍咧只能夠將車泊喺北潭涌。然後再去不談拗嘅，留意翻咧呢個二號嘅檢查站咧，就會星期六凌晨零時，即係午夜時間就閂啦，就 sweep team 走嚟掃數掃檔收檔收工。係咁咧，就星期五中午12點，即係今日嘅正午12點，到晚上嘅10點咧，樂師會將會安排免費穿梭巴士咧，就往返不談涌走口，即係呢度啦。嗯，同埋咧就二號檢查站嘅，咁所以你可以泊車嚟呢度。就有免費專疏巴士就去二號檢查站，一號檢查站就容易去嘅。同埋呢個點好重要啊，有熱飲同埋麵包供應啊，即係行到呢個最緊要啊，制一制五臟廟再行過，有嘢食有嘢飲。嗱，三號、四號檢查站就好緊要啦，因為三號檢查站咧就係歷屆都係最大嘅檢查站之一嘅。三號檢查站咧就喺暨嶺下，星期六朝頭早7點先關閉嘅。咁啊，通常咧就有好多機構咧就喺嗰度就會有嘢食啦，好多人擺檔啦，咁嗰度其實亦都相對嚟講咧就容易啲揾位
可以食嘢啊，傾下偈啊咁。就喺雞公山下面就往西沙路啊。咁有啲人亦都係拍咗喺譬如西沙茶座嗰邊，就大概行一段路啦，咁啊會過到去噶啦。咁啊一路咧就沿住往樓梯往上走，就可以到達燒烤場附近嘅檢查站。咁檢查站咧就留意翻啊，打氣嘅人咧就可以喺路嘅呢邊就打氣嘅啫。檢查站的另外一邊就只是准參賽者進入的，嗯，即係冇冇搞亂了，人哋不是到時以為你跑埋一份，係就掃蕩你啊，星星。支援隊伍咧就可以在水浪窩的營地度等候嘅，水浪窩的營地等候。咁啊，檢查站對面有公眾洗手間嘅，應住公眾洗手間嗰邊咧，先至係支援隊伍嗰邊。樓梯嗰邊咧，即係斜路上去有個即係漁護處的辦公室嗰度咧，就是只可以參加者進入嘅啫。咁呢度通常有咩情況呢，就是星期五晚呢，好多人去西貢食嘢嘅，咁所以嗰度交通非常擠塞。咁大會於是乎呢就托我講，強烈建議支援隊伍使用交通工具，公共嘅交通工具前往三號檢查站企嶺下。如果打算駕車前往嘅支援者，請大家小心行人並依指示泊車，否則車輛可能會被警方拖走㗎。似唔似嗰啲？你呢個好聽好多喎，政府呼籲嗰啲係嘛？係啊，因為有時你聽嗰啲一把一個通，係唔變咁樣。另外嗰款係嘛？係就唔好聽。係由於此站交通非常擠塞，我就冇興趣。大會強烈建議支援隊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如欲駕車前往，請小心行人並依指示泊車，否則車輛可能會被警方拖走。係呢個就唔得啦，係嘛？好啦，咁大家仲要留意多一樣嘢嘅，就係咧檢查站入口同埋周圍150米嘅範圍內咧，係唔俾停車，同埋唔俾上落客嘅嚇。係冇揸車就最好啦。唔該你唔好搏啊，搞到其他人啊。係啦，大家知道其實嗰段路咧單線嘅就兩邊都係，真係阻住人哋㗎。公共交通工具最好啦。警方會點咧？嗱，提一提大家，警方會喺竹陽路咧就實施道路管制設施，咁嗰度好塞下嘅，支援車輛咧係唔能夠停泊喺竹陽路。提一提大家。支援隊伍的車輛不能夠停泊在三號檢查站企欄下的竹陽路的。好，四號檢查站啦，四號檢查站啦。如果大家有揸車上過呢、這、一個飛鵝山，就知道有個叫基維爾營嘅。咁啊，頭先三號檢查站企欄下咧，我頭先講嘅講得咁詳細咧，就星期六朝頭早七點會閂啦。咁啊，基維爾營咧，通常大家會嗰度停得耐啲嘅。咁啊，星期六晏晝三點先至關閉嘅啫。而基維爾營咧，好多時候咧就會係啲人真係已經係啤啤呼噶啦，喺嗰度咧就要做按摩啊嗰啲咁嘅嘢嘅。係，咁呢個咧就處於基維爾童軍營地喺飛鵝山嘅，汽車咧係極為難以駛去嗰度嘅，因為真係山路崎嶇啊，崎嶇。咁就算你上到飛鵝山頂拍咗咧，行翻落基維爾營都好斜嘅一段路嚟㗎。咁你仲要翻去攞車咧，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都係搭鑊㗎啦。咁啊，基本上搭公共交通工具都去唔到嘅。係啊，去唔到嘅，基維爾營係好難去到打氣嘅。通常就自己一隊人咧，就有啲舒服啲嘅時間，自己同自己隊伍就互相按摩啊咁樣。咁啊，支援隊伍咧，如果真係要去咧，可以喺扎山道頂嘅休憩亭度等，行翻落去要快則四個字，慢則要半個鐘至七個字，先可以去到基維爾營嘅嚇。支援隊伍亦都可以由慈雲山經沙田坳道啦，或者由清水灣道經飛鵝山道就去到嗰度。兩條路都係單程上山嘅。單程上山嘅意思咧，即係單程上山、單程落山。如果兩邊搭的士去咧，我認識嘅司機大佬咧，十個裏面咧有八個半唔會載你上去。一係唔載你啦，啊嗰個半就係唔會載你嗰上去。你行上去載你上去嗰個咧，通常要收附加費嘅，因為咧你落山嗰程冇人接噶嘛。係啊，咁啊嗰程好長噶嚇。咁啊，落山嘅時候咧，就通常喺 Good Hope 啊，德望嗰度咧就會出噶啦。咁由扎山到單程客落車嘅，咁啊落山嘅支援隊伍嘅車輛咧，必須要沿住沙田坳道停泊。另外一個建議等候嘅地方咧，就係獅子亭啦。獅子亭好出名嘅，亦都係嚇。咁啊，嗰度比較多少少車位啦。咁支援隊伍咧，可以由慈雲山沿沙田坳道咧直上咧，就可以到達噶啦。留意翻四號檢查站基維爾營咧，就會星期六晏晝三點關閉。喂，資料庫報一報時先，距離十一點鐘幾耐時間？仲有兩分鐘，而家就57分啦，就嚟58啦。咁我不如順便講埋嗰兩個中間嘅檢查站啦，五號檢查站同六號檢查站咧，就黐住落，亦都係香港人比較熟悉咧一啲市區嘅檢查站啊。五號檢查站，北架山，係幾點鐘山咧？哇！依、這個北架山星期六晏晝五點鐘山啊，咁啊，所以其實咧，佢距離四號檢查站係爭兩個鐘㗎咋。哦，
咁所以其實係期望大家好快行到去落去，係啦。咁呢個好簡單啫，喺北架山山頂站旁邊啦，全部係屬於禁區範圍，冇乜好嘢好講噶啦。冇通行證嘅私家車不得駛進。係簡單講，你唔好去五號檢查站支援啦，因為你冇得支援嘅。係啊，咁啊北架山冇得支援。咁點解咧？因為六號檢查站咧就反而容易有得支援嘅。六號檢查站咧就係走私鈎警察射擊場，咁就係星期六晚上九點鐘關閉嘅。過咗大埔公路啦，沿住金山路行咧，途經九龍水塘，上山兩公里到山坡，再向前行。檢查站右邊小路嘅盡頭咧，就係呢個檢查，就係呢個六號檢查站走私鈎警察射擊場啦。咁啊喺金山郊野公園裏面咧，大家留意翻金山郊野公園咧，真係好似睇唐文字啲咁樣嘅。哇！嗰啲九曲十三彎，彎多路窄，支援車輛咧，唔該，唔建議啦，行慢啲。好啦，仲有少少時間講埋七號檢查站原礦鈎，咁啊就係星期日凌晨一點 1 AM 關閉嘅。咁咧就呢個站咧就位於草山腳下邊麥理浩徑第八段嘅入口附近。咁咧就係原礦鈎咧，附近咧你要留意翻咧，其實都係郊野公園範圍噶啦。而家大家有留意咧，呢個禮拜立法會都有講郊野公園範圍嘅。咁啊，法叔有嘢講嘅。咁簡單啲嚟講咧，就郊野公園範圍咧就唔俾泊車嘅。咁所以冇通行證嘅私家車輛咧就不得駛進啦。好，睇一睇個鐘先。而家五十九分，59分39秒、40秒、41秒、42秒，留喺一齊倒數啦。諗下，希望咁多位毅行者咧，喺呢一個十一點正起跑咧，有一個做到非常好嘅成績。而家仲有少少好添啦，就係天氣好之餘咧，仲有啲風吹嘅。冇錯，你見到陽光繼續啊，好猛嘅。好，即刻倒數啦，十、九、八、七、四、五、4 3 2 1，好，毅行者开跑，十一点开跑啦，咁啊，大家继续努力。咁啊，一阵间咧，我哋继续数埋几个检查站。嗱，头先听过七个检查站咧，其实最需要留意咧，我重复一次咧，就系五号检查站。系，因为五号检查站咧系成个都系禁区范围嚟嘅。咁啊，冇啊，真系俾啲参赛者唞一唞嘅啫。如果系支援者咧，就宁愿你去六号、七号检查站啦。咁但系六号检查站咧，就金沙郊野公園裏面彎多路窄啦，頭先講得好快啦，大家留意翻。我就個人認為咧，六號檢查站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即係停泊點嚟嘅，因為七號檢查站呢一個原礦坳咧，亦都係冇通行證嘅私家車輛就入唔到去啦。五號檢查站啊，成個入唔到去啦，咁所以走私坳警察射擊場六號檢查站星期六晚上九點鐘閂嘅。咁如果真係留意翻，你要去六號檢查站嘅話咧，就要喺嗰度等一等啦。咁啊，三號、六號都係重要嘅檢查站啊，咁啊，再提多次大家，五號就唔好去啦。三號檢查站企撚下，星期六朝頭早七點關閉啊，即係聽朝七點鐘咧，三號 checkpoint 就會關閉噶啦。Number six 六號檢查站走私鈎警察射擊場咧，聽晚九點亦都會關閉噶啦。呢兩個係比較重要噶。八號檢查站啦，交俾阿波啦，好緊要啊呢個。八號登高望遠，最高啊，大霧山，咁啊好犀利啦。咁啊知個。就係、是、距離呢個大霧山道同埋呢個全錦公路大概500米，參加者咧要過大霧山頂後再步行一個小時就會到達㗎啦，所以都係一個最頭先好多人話呢段最辛苦就係呢段咯。但係大霧山嗰段就好行嘅，係因為咧風景就會靚翻少少㗎啦。不過呢、這個之前就即係差少少嘅，呢、這個就都幾早則關門啦。星期日嘅早上七點鐘咧就會關閉㗎啦。不過咁星期六嘅七點鐘之前先到嗰啲咧，係。就係嗰啲慢啲嘅隊伍嚟㗎啦。哦 ，OK， 因為去到星期日啦嘛。咁其實去到八號檢查站嘅時候咧，有啲已經衝咗線好耐㗎啦。有啲其實有啲星期六已經有啲係今日跑完㗎啦嘛。星期五已經跑完㗎啦嘛。咁啊，嗰啲就十幾個鐘，嗰啲就已經係同八號檢查站咧拋開咗一段距離㗎啦。咁啊，大霧山檢查站咧，大家要留意翻咧，活動進行期間咧。就大霧山將會實施管制嘅，支援隊伍咧請喺大霧山郊野公園嘅停車場等候。停車場咧就位於頭先阿波講過啦，大霧山道同埋呢個全錦公路嘅交界嘅。參加者咧離開檢查站大概兩分鐘之後咧就會經過嗰度噶啦。咁啊嗰個我哋其實去過嘅，你要硬上去山兩分鐘嘅。我嗰日硬咗三分鐘有啲沮喪。我見你個樣。撐住腰咁樣好辛苦。咁如果想泊車嘅話咧，請出示樂師會十一月初寄俾各位隊長嘅八號檢查站泊車證。你冇嘅話又唔該。入唔到去啦又。去唔到噶啦嚇。泊車證咧每隊得一張嘅啫，只係適用於私家車。我哋呢啲貨車咧就唔得噶啦。就唔得嘅。電單車、
亦都唔得嘅。係嚇咁啊，而且仲一次嘅咋。嗯，即係唔能夠入面去，哎呀漏咗嘢喎，出翻去，出翻去，要翻嚟唔得啊！對唔住 ，sorry， 冇得咁啊！進出一次，入一次，出一次咧就完噶啦。包括檢查大帽山站嘅大站嚟噶嚇，係咁啊，喺好多人都會喺嗰度咧就同自己講捱埋佢啦，捱埋佢啦，到噶啦，到噶啦，到噶啦。因為九號檢查站嗰段咧係一段好平嘅石屎路咧，好多人會行到瞓覺嘅。咁啊，九號檢查站九號 checkpoint 咧就會星期日早上10:00關閉嘅大欖涌水塘。星期日早上10:00關閉嘅呢個站咧，就位於大欖涌水塘東北邊嘅吉慶橋野餐地點。吉慶橋野餐地點咧，星期日都幾多人下噶。咁如果你係去嗰個野餐嘅話，都同班藝行者打下氣啦。打下氣啦。嗱，留意翻啦，即係因為八號站係大站啦，所以其實九號站咧，大部分人都入唔到去嘅，屬於郊野公園範圍，冇通行證嘅私家車輛不得駛進。咁所以咧就慳翻啲啦，啊，即係。支援人員咧，唔好諗住九號檢查站。喂，老實講，都去到九號站啦，到啦嘛，終點。到啦，你係搞你喺白鹿山，係啦，搞完先嗰度搞啦嚇。樂師會嚴禁參加者使用捷徑㗎呢段嚇，嚴禁參加者使用捷徑，並且會喺九號檢查站同埋終點站之間咧設置呢個路線確認處。係，冇理由行到尾，不過好難講，行到尾可能會諗，唉，不如借一借個捷徑啦嚇。嚴禁嘅，所有隊伍咧必須喺路線確認處進行登記，留意翻啦。九號檢查站有一個路線確認處，就提防大家咧，就走捷徑啦，走捷徑啊！咁老實講，藝行者唔應該走捷徑嘅。學你話啫，你叫藝行者，唔係走捷徑啊？唔係藝啊，係咪？你如果唔係無端端由藝力個藝變咗虛偽個藝，咁就唔啱啦，唔啱數啦。其實就冇10號檢查站噶啦，因為10號咧就係終點，終點站元朗寶良局賽馬會大堂，係度假村。好多人去大堂禮之園嘅時候咧，就會都會知下喺嗰度嘅嚇。咁啊，終點站咧就係喺2009年由屯門咧就移咗去元朗噶啦。咁如果你2008年參加，5年冇玩過咧，行錯咗以為自己就唔好啊，千祈唔好留意下。2009年就搬咗去元朗噶啦。路線比舊有路段咧稍稍長啲嘅，係陰公咯。你行過九號檢查站，以為完啦，點知仲要行幾多？仲有兩 K 要行啊！今年嘅路線同舊年一樣嘅，舊年有參加嗰啲唔使擔心啊！頭先有好多人參加第二年噶啦嚇，咁啊起點位於呢度啦，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呢個大堂度假村咧，其實就100公里噶啦。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啊，呢度大會再叫我提多次大家嚇，佢啊大會嚴禁參加者使用捷徑，並將於九號檢查站同終點站之間出現呢個路線確認處。所有隊伍必須喺呢度咧進行登記手續，守則咧會被取消呢個參加資格嘅。九號檢查站大欖涌水塘咧就會星期日上晝10:00關閉。終點站成個 event 啊，成個2013藝行者咧會星期日晏晝2:30。執嘢散檔走人，星星係掃檔，你搞唔掂。2014年先搞得掂啦。星星係邊位咧？睇翻第二節 part two 有講過啦。啊，就係呢個 sweeping team 殿後隊嘅人嚟嘅。我大家記得，如果你2008年之後冇參加過咧，2009年咧就已經搬咗去元朗寶良局賽馬會大堂度假村。咁啊，中間咧有一個路線確認處。咁咧就因為你嗰個路線確認處咧就係佢中間轉咗個大右彎咧，就去寶良局大堂度假村嗰度嘅。舊時咧就一路直行咧。就去到屯門嗰、那個舊軍營嗰度嘅，咁嗰個軍營嗰度咧就其實舊嘅站嚟嘅，咁啊個新路線咧全長咧第9號到第10咧就大概6公里，咁啊同大家數曬1號至10號 checkpoint 啦，啊咁啊大家留意翻有幾個路線詳情嘅，啊留意翻標距處 M174之後咧，當參加者九號檢查站出發之後咧，請大家去到吉慶橋方向沿大欖涌水塘北岸嘅。路線行走，因為我頭先講過要轉彎，咁大家留意翻標距處 M174 之後啊，咁啊呢啲可能如果你係打氣者，唔知道我講乜嘅，但係唔緊要啊，有好多藝行者可能都知㗎啦。咁如果你係打氣隊伍嘅話咧，留意翻幾點鐘山啦，啊呢段都唔係好長嘅，跑到車啦，啊跑到車啦，咁我哋大概咧就11:30到啦，啊至12:00咧就呢一段啊第四段嘅影片會上到去㗎啦。咁如果你諗住打氣嘅話咧，留意翻啊呢段影片咧。就喺我哋平時正論嘅時間咧，就會出街嘅。稍後咧，我哋會再同大家講下咧，即係藝行者嘅歷史。咁啊，同大家再一次咧，就現場直播翻喺不談中藝行者起步點咧。啱啱咧11:00起跑儀式咧就完咗啦。咁啊，繼續努力，繼續加油，藝行者，耶耶耶！
到最後一節幫毅行者打打氣，一齊開步啊！天氣非常之好啊，今日啊，天公做美，天公都打埋氣。咁啊，我哋嚟到北潭中頭先，阿司機大佬阿關都上過嚟噶啦，就話：喂，北潭中點都要買嘢食啊，幫襯下小食亭啊，魚蛋。係我唔拍戲啊，燒賣。我唔拍戲。阿 Winnie， 阿 Winnie 喺度啦，阿 Winnie 就係頭先啦，揾咗大隻仔啊。北潭中記者啊。係啊。好啦，咁我哋讲下咧呢一节咧就头先十一点都起晒步噶啦，亦都提咗大家每一个 check point， 冇错，有啲咩嘢啦？不如呢一节就讲下魏行者嘅历史啦。好啊，魏行者由边一年开始噶？头先滕志思讲咗噶啦，八六年啦。系，咁啊正正式式系乐师会首届啦嚟讲嘅正魏行者嘅活动啦。咁啊，亦都系咧其实系都系最后。誒嗱，依個依個有啲咩喎？因為之前我哋講係鋸甲兵啊嘛，即係八一年嘅時候鋸甲兵搞噶嘛。咁後屘，劉成先都講咗啦，後屘八六年之後咧，就多咗好多嘅即係民間去參加啦，就唔係再局限於鋸甲兵裏邊。咁所以依個算正正式式1986年嚟講，係算係魏行者嘅即係一個誕生咁樣樣嘅。係啦，咁啊，樂師會第一次同埋鋸甲福利基金同埋一間香港傷殘人士服務機構咧就合辦嘅。咁同埋咧，之前八六年之前咧就唔公開嘅，係啦，維維自己玩嘅，係啦。最後咧就嗰一年第一次搞咧，竟然由市民隊都獲得冠軍，贏啲鋸甲喎，犀利！我諗係咪啲鋸甲比較禮貌㗎？你哋未玩過，俾你玩啦，俾你贏，俾你贏，俾你贏，唔係俾你玩。喂，咁啊咁多市民參加，頭先阿 Winnie 咪攞去邀請好多人嚟嘅，你嗰個整體感受係點樣咧？其實落咗去見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受訪者啦，咁見到佢哋，我都有睇下佢哋啊準備成點啊，即係有啲人就好似熱血豆腐糕咁不斷防曬，但係另外咧就佢都好離譜嘅，佢係打啲咩啊？防曬咯，跟住靜咗喎，冇啦，即係冇其他嘢，毛巾咯，係啦，咁咪周圍嚟抹嘢，仲有咧冇咯。都係防曬嘅預備嚟嘅，都係。咁有其他 team 就係認真咁熱身緊啦，即係。你冇問喎。豆腐糕都好熱心啊！我冇見到，即係唔代表佢唔認真嘅，佢係有認真，不過認真做防曬之餘都認真做熱身嘅。一路做一路。係啦，冇錯。咁另外嗰啲隊伍咧就可能即係有搽緊防曬之餘都熱緊身啊，拉緊筋啊，有啲就可能就因為熱緊身就唔接受訪問住啦，咁就另外一啲接受訪問嘅都 share 咗佢哋其實呢幾年魏行者嘅經驗。點解你仲係揾到男仔咁計嘅？熱血豆腐糕都係我揾㗎，揾到女仔㗎。係得一對咯。係啊。咁係咪女仔真係怕醜啲？頭先醫療輔助隊都有一個女仔嘅。兩個啊。啊係 Ivy 同埋一個。你幾多個男仔啊？兩個咯。我哋啲男仔你記得添，女仔就唔記得啦。係咁樣咯，咁就見到其實好多隊伍都即係準備好充足嘅。佢哋每一個都話咧記得要篤。係啊。咁其實佢哋有條電腦 barcode 嘅。係。咁邊一年用電腦標籤嘅咧？有啊，呢個知唔知冇？1992年啊，92年，有啲緊張添。後邊坐喺隔離，咁啊可以追蹤嗰個參加者嗰個位置啦。呢個好重要啊，因為跑下，你有你跑，佢有佢跑，甚至乎之前頭先我哋講過大會叫你呼籲嗰個咧，叫你唔好走捷徑嗰啲咧。如果冇呢條碼條，就好容易可以走捷徑噶啦嘛。咁所以有一條碼條之後咧，就成為九二年之後就公平咗，即係唔會有多咗人走捷徑。用咗科技啦，用咗科技去幫手啦。咁同埋亦都當年好重要咧，就係呢個葵涌嘅藝行者中心開幕，係啊，為弱智成人提供呢個培訓同埋輔導嘅。智障啊，而家叫做係啦，智障啦。好，96年啦。是96年，咁啊頭先我哋提個鋸甲兵啦，好禮貌啦，讓咗第一屆86年讓咗冠軍俾人啦。咁佢最後一年玩咧，用呢個鋸甲兵團最後一年玩咧就喺96年。咁梗係96年最後一年啦。咁所以97都回歸啦，俾翻佢贏啦，贏翻。唔係俾翻佢贏啊，就好勁㗎，顯示佢嘅實力啊！終於唔似86年咁啦，13小時28分。哇！真係好勁。係啊，因為頭先阿李陳志思話上年咪打破紀錄11個鐘嘅，嗰隊係專業嘅跑手嚟噶嘛。依隊雖然都係專業，但係唔係訓練跑步嘅，係啦，佢兵嚟嘅，咁所以都值得即係嘉許嘅。97年咧就回歸啦，咁佢哋出咗本藝行者，係啦，嗰本嘢而家160頁㗎，好嘢嚟㗎，真係好炒得，好嘢嚟。好啦，2000年啦，
2000年咁啊，首次加入呢個咧超級毅行者組別喎。咁亦都咧由呢、這個哇犀利啦，大面請到啊董伯伯啊董建華先生咁啊，以前嘅特首啦，出席呢個記者招待會嘅，亦都咧支持翻18隊超級毅行者隊。乜嘢叫超級毅行者啊？因為超級快係嘛？梗係啦。係。咁其中十二超級捐得多錢都得㗎。係啊，大會超級快，超級快，係啊，超級快，因為大會規定佢18小時咧要完成100公里嘅，咁就先可以俾個超級毅行者嘅證書佢嘅。如果唔係嘅話，你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嗰年我記得嘅，因為都唔係個個得㗎。係咯，十八隊超級咧，好似唔係隊隊得㗎，幾多隊得啊？好似最後夠唔夠10隊啊？12隊咯。哦，12隊，12隊咯，都得。咁沙士之後嗰年啦，2004年咧，哇！依、這個犀利喎。雖然沙士咧令到香港好唔開心啦，但係多咗人出嚟跑毅行者喎，因為完成嘅人數咧刷新紀錄啊，係3266名啊，參加者係完成咗100公里啊，誇張。越我話呢、這個仲誇張，話埋俾你個達成率係幾多？完成率係高達88%啊，差唔多90%人行咗曬100。10個人裏邊有8、9個人都完成了，是不是這麼多年裏面最勁呢年啊？成為歷年之冠，你可以諗，你希望今年破紀錄啦。係啊，今年天氣咁好，係啦，咁所以大家諗下啦，即係希望可以即係破呢個紀錄啦，90%咁啊好啦嚇。咁啊，當年完成嗰隊都好笑噶。係，當年完成嗰隊咧係 Securico 啊 ，Securico 係一保安公司嚟嘅。係 ，Security 係啊 ，Securico 嚟嘅。佢嗰年有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佢係終於有一隊啦，可以12個鐘頭唔使。就11小時57分鐘就完成了呢個麥理浩徑，亦都係當年嘅即係大會新紀錄嚟㗎。喂，咁你頭先聽到嗰啲隊伍咧，譬如小妖嗰隊咧，就你最緊張嗰隊咧，佢話咁影相我見佢，佢18小時之內跑曬，你覺得點咧？其實我諗佢哋應該完成到嘅，即係話曬都係阿 Sir 嚟㗎嘛，咁應該就可以完成到，即係超級毅行者嘅時間可以完成到成程嘅。好，2006年就係樂師會銀禧啦。係咁啊，25周年銀禧啦，又有新數字啦，嗰年哇，籌得嗰個善款咧，港幣2200萬啊，依、這個超越咗佢哋嘅目標噶啦，已經。咁啊，25年裏邊咧，大概咧50000名嘅參加者咧，走過嘅路咧，足足咧圍繞地球100周。嗱，依個亦都係佢哋喺2006年刷新嘅一個紀錄嚟嘅。咁所以你見到100周，你犀利。係，好犀利，好犀利。好啦，你通常一年破紀錄咧，第二年咧就要再破紀錄。喂，似東華籌款嗰啲嚟嘅喎，唔止東華，善款啊嗰啲都犀利。好啊，依、這個嗱頭先我哋講緊啦，2006年就2200萬啦，2007年咧就2700萬，一個過咗，即係一邊係2007，另一邊係2700，係啦，食埋個七字。咁同埋當年咧有3位傑出嘅即係殘障運動員啦，余翠怡啊、蘇亞偉、葉少康啊，大家都識啦，係啦。咁啊，有份去參加宣揚翻毅行者嗰個精神嘅。咁啊，2008年啊嘛，啊呢個咧又係一個事蹟嚟嘅，都好近當年個紀錄。完成咗80%啊！又係80%，但係超過咗有3089名嘅參賽者完成咗100公里啦。頭先講咗，係又係啲保安隊跑贏，係當年冠軍隊係 G4S， 係 G4S 而家做物流㗎，係啊，成日見到 G4S 啊嗰啲。在很多商場見到他們的，那年又是12個小時之內搞定，11小時52分鐘完成的，又是新紀錄了，是的，刷新大會紀錄，那也很厲害了，那些 G4 操得很fit。剛才我說的2008年大家記不記得我就說就是千萬不要第九站走捷徑的，是啊，因為為什麼呢？因為2009年呢寶龍軍營就被政府收回，香港不夠土地嘛，所以呢香港樂師毅行者終點2009年開始就改了去元朗寶龍谷賽馬會呢、這個大棠度假村嘅，咁啊新路線比舊路線咧長咗2公里。兩公里。咁即係咩意思啊？其實即係而家係跑101公里啊，或者102公里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同埋呢個先慘啊，因為點解咧？跑多2公里都唔緊要，天氣仲要唔幫你。嚇點解？因為咧，2009年咩事啊？2009年有寒冷天氣警告同埋強風信號同時生效啊，咁所以係史上最凍嘅一屆。咁所以你又跑到2公里之外，仲要係天氣都最凍嘅。嗰年啊，真勁啊！嗰年有兵參加啦又。啊，咩兵啊？以前唔係 Gerga 咯喎，先你話。點會係 Gerga 兵咧？回歸咗啦嘛，係咪？有咩兵咧？得一種兵啫。解放軍係咪？除咗香港最多2種兵。係。係咪？一種咧就係駐港解放軍。駐港解放軍。第二種係你。我。觀音兵。跑得好快㗎嗰啲。
嗰啲跑得好快，人哋 shopping 嘅時候你跟㗎。係好啦，咁啊，當年係駐港解放軍第一次參加樂仙嘅行者啦，派出兩隊八個代表參加。好犀利喎，都時間用咗12小時17分鐘。同埋12小時40分鐘，咁即係冠亞佢攞曬啦，攞曬立曬 ，PLA 立曬冠亞軍，立曬立曬。咁啊，2010年啦，你頭先講過啦，最多人參加嗰年就2010年啦。咁啊，2012年咧就亦都講過啦，就破大會紀錄，哇！真係好快喎，三隊冠亞季都可以12個鐘頭內跑曬，係啊，真係好好堅㗎。你諗下頭先解放軍都要12個鐘頭多少少，係啊，嚇！舊年係三隊都11小時。專業跑手嘛，先啊！阿陳志思都話嗰啲係贊助商揾嚟嘅專業跑手。好啦，咁我哋咧就倒數完呢個毅行者嘅歷史，今年咧係希望可以締造新嘅歷史啊！咁多位毅行者加油啦！加油！今日咧呢一個起跑節目咧，去到第五節就差唔多。咁啊，記得頭先咧，如果留意翻，如果係打氣嘅咧，我建議大家睇12點鐘正論時間，我哋會直播嘅，再宣布啊！因為提翻大家幾點鐘每一個 checkpoint， 幾點鐘刪啊！好，咁啊，咁多位行者，加油，拜拜，拜拜。